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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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谢谢谢谢，又一次站在这个天津春晚的舞台，好几年了，无比的高兴，无比的激动。是，那边还有我们师兄弟，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每次我演出都有师兄弟坐在台底下看啊，对，让我们更加的紧张。是，更加紧张，没关系，站在这个舞台上给大家说相声，首先感谢我师父能够给我们提供这个舞台。哎，是的。再一个我们要感谢谁？谁呀？叫葵花儿童药。是吗？流感季节家中常备，没有人家冠名，没有这台晚会。是的，虽然我们上台就说了这个广告词，但是我们是打心里感谢人家，没有人家没有整场的晚会。没错，感谢小葵花儿童药。孙老师啊，您最近研究相声了吗？啊，就忙的弄新作品嘛。您这话问的还挺突然。研究研究别的了吗？别的都研究研究。现在流行一个词儿啊。什么词儿啊？叫做 CP 感。这都从影视剧里边流出来的。哎，大荧幕很多经典的 CP 感。我说一个影视剧，您马上就能说出里边的角色来。啊，就有 CP 感的角色。对呀。哦，您说说，咱试试啊。比如说《霸王别姬》。这 CP 感这个啊，张国荣张丰毅，张国荣张丰毅，哎，马上就能说出名字来。是是是，说明人家有 CP 感。哎呦，对不对？对对对对对。无间道，哎，梁朝伟刘德华，你看，说明人家有 CP 感。哎，对，对不对？嗯。大话西游，周星驰跟朱茵，哎，说明人家有 CP 感。是是是。鼠胆英雄，佟丽娅和于谦，对吧？哎哎，你回来回来回来。哎，回来，走来挺快，什么意思啊？我什么不是你问 CP 感？你就说我跟佟丽娅不行吗？能死吗？啊啊！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关注点不一样，我可不好哄。哎，这好，叫佟丽娅、岳云鹏，行了吧？不就完了吗 ？CP 感吗？是是是是是。别说影视剧啊，嗯，相声演员怎么呢？他都有这个成名作。啊，作品成名作跟他这个人也有 CP 感。是啊，我说一个成名作，您说出这个人来。表演者啊，您来试试。《夜行记》，哎，侯宝林，你可以啊，不错不错。打我干嘛？逗你玩。马三立，《西征梦》，你师傅的。《五环之歌》，蒋大为。哎哎哎哎哎！您回来，您回来，怎么老走啊你？出来溜一会儿，着急回家了。你想想，什么意思？干什么？不是，您回来回来，我可不好哄着呢。干什么？啊，这，我天真的以为咱俩是最好的搭档。这不是开玩笑。上台三分钟，您撅我两回了，干什么？我撅得动吗？还撅你两回了？哎呦呦呦呦！哄我！哎呦，今天必须把我哄好了。我可不好哄。必须得让大家说磕到了，这事儿才算拉倒。你说这大过年的招他干嘛？那行，我好好哄哄去啊。嗯，岳老师，我好了。我赶上一大冤种。我哄了吗？我这大冤种，这话我哄了吗就好了。你不用哄我。哎呀！磕到了吗？磕到了！告诉你们，必须得让你们磕到。哎，好好。因为我们俩合作十几年了。是是是。但是啊，这个再好的 CP 感，再有成名作，嗯，它也没有生活中来的那么甜蜜。哦，生活中您指的什么呀？比如说你跟你爱人。哦，夫妻之间。哎，他跟他爱人，嗯，我经常磕到。真的，特别他媳妇儿特别好磕，特别好磕。不要听错了，你拿我媳妇当土地奶奶了是吧？什么特别好磕呀？特别好磕。那天我第一次见他媳妇儿的时候啊，他媳妇儿去后台接他，要下班吗？我一看，哎呦喂，你怎么了？太美了，是。当时我就磕门上了，眼珠都不带错的，特别好磕呀。啊，是是是。大家都知道孙老师啊是北京动物园养大象的，
嗨，至今有人不相信，确实是。十多年前养大象的，他媳妇儿也是北京动物园的，也是、养猪的，养就是饲料室的，饲料室的。哎，对，哎，喊孙老师不喊亲爱的，那喊我什么呀？也不喊老公，那喊俗气，太俗气。哟，喊孙悦，爱称，乐乐乐。我是那猪是吧？甜蜜呀、啊。这是甜蜜吗？这个好听啊，这是开饭了，这是。你喊你媳妇什么？哎，就是微信备注你媳妇怎么备注的？讲给大家听听。备注名啊？啊，就是家里的。这老这老人的都这么说，多么动听。是，家里的。家里的。哎，你妈妈的备注是什么？生我的。你爸爸呢？养我的。你师傅呢？教我的。那我呢？已故的。什么叫已故的？不，您没听明白，我的意思是说，就是说那个你故的。磕到了吗？磕到了。哎，跟他爱人关系特别的好啊、哦！是是是。可是再好啊，在家一家三口过日子，哦，三口我们家多少还是会有些摩擦。什么摩擦？跟他妈妈哟不太对付。哦，婆媳之间，婆媳之间，嗯，经常会有些吵架呀、小摩擦之类的，难免。前段时间他回到家，嗯，看到沙发两端，这边坐着他妈，那边坐着他媳妇儿，哎呦，各自运着气，哎呦。孙老师回家一瞧，这怎么了？对，这赶紧问怎么回事啊？这婆媳二位，哟，你们怎么了？这是？嗯，他妈喊他，喊我，乐乐乐。你等会儿，你等会儿。家里就指着我过年呢，是吧？什么意思？这俩都喊乐乐乐，什么意思啊？那你妈喊你什么？喊我儿子就完了吧。好，乐乐乐干嘛？儿子，过来来。哎、儿子，意思、过来，把你媳妇弄出去。怎么弄出去？我不想看到她。我烦了，你媳妇也说了，嗯，乐乐乐，行了，孙悦你过来，我过来，把你妈也弄出去，什么意思？我也不想看见她，我也不想听到她，这不可调和。这个时候，孙老师很聪明，我怎么呢？往沙发中间一坐，啊，客厅马上变成两居室。我是隔断墙，我是。怎么了，妈妈？这怎么了？对，为什么呀？怎么还吵上了？有什么可吵的？孙悦，嗯，按说呀，你们年轻人啊，花点钱很正常。那怎么了？我作为老太太，我管不着。对呀、啊，但你媳妇儿厕所里跳高，她有点过分了，一下买了70多个快递啊，是不是过分了？那可能赶上你媳妇儿也接过来了。妈呀、啊，我们那不是买那么多快递，人家做活动买一发70。这什么商家呀？这是买一发70，宝贝儿，买一发70，这太多了。您倒好，嗯，买一拼图发了70多份，拆得我肩周炎都犯了，孩子，肩周炎都犯了。老太太真勤快。你媳妇也说了，好，妈，这事算我错了，好不好？还算我错了，但您的事儿也办的也不合适吧？我老太太有什么事儿不合适？孙悦，你过来，我得跟你说了，说说，你妈怎么了？恋爱了？这无可厚非啊，因为我父亲故去好些年，老太太、你妈恋爱，按说啊，老年人谈恋爱很正常，你爸、你爸死去好些年了，是是是。谈恋爱很正常，做儿女的应该支持。对呀、啊，但是你猜怎么着？怎么着？他相中了楼下卖冰棍的，拿我当古三儿了是吧？啊？怎么卖冰棍儿的呢？孙老师，作为捧哏的，有的包袱你不翻就算了，这比那拍一发七十响。喜欢卖冰棍的怎么着？古三像话吗？卖冰棍的怎么了？那古三他妈才喜欢卖冰棍的呢，真行了这个。不是卖冰棍的，卖冰棍的怎么了？不很正常吗？但是你妈嘿啊，让人家卖冰棍的大爷怎么呢？更名改姓。你说有没有他这样的？人家家里人不愿意了，堵咱们家门口骂街啊！啊，什么意思？你妈只给人鞠躬，鞠了70多个躬啊！哇、哦！你妈说我那是鞠躬吗？那是我拆快递呢。哎，响了响了。你看，就伏笔，这叫是不是？是是是。哎，这儿响了，我的妈哟、
您甭这甭这，我就问一句吧，凭什么让人家搞对象的改跟我们改姓？为什么？对呀、啊，改什么姓了？你也接过来了啊？妈，这是您的不对了。对呀、啊，你怎么还让冰棍大爷更名改姓啊？凭什么跟我姓？就这不合适吧？对、啊，非得让人改姓孙，不合适啊？不合适啊，孩子。嗯，既然话说到这儿了，妈妈得跟你说实话。什么意思？妈妈啊，怎么了？犯过什么错儿？这是？妈妈身上啊，身上怎么了？有关于你爸的纹身。不是什么时候纹的身呢？这俩人，你甭管什么时候纹的身，到时候我跟你冰棍大爷过日子。哎呀，我这写着呢，孙红雷，我爱你，不合适啊！您等会儿，不合适、啊。您等会儿，我爸爸是孙红雷，不是雷，不是那个雷，他是雷同的雷，不一样吗？这不哪？怎么这孙红雷呀？蕾丝边那个雷，蕾丝边，巧了，就叫孙红雷。哦。妈，您什么时候纹的身？我怎么不知道啊？对，你这啊，什么纹身？您怎么还纹身呢？这么大岁数不行，还让人家冰棍大爷改，哎呀，知道了，不合适。怎么了？孙悦，我告诉你，怎么了？任何人嘲笑我都没关系。嗯，你不能嘲笑我，我身上纹身纹你爸爸，那是我们轰轰烈烈的爱。哎呀，那是我们刻骨铭心的情啊。嗯，你干什么？你还笑话我？呸，滚！我妈够冲的。嘤嘤嘤，回屋哭去了。我妈还嘤嘤嘤呢，老萝莉这是，老萝莉都出来了，还嘤嘤嘤。你妈回屋哭去了，哭去吧。再看你媳妇，你得哄你媳妇啊。先哄这个。哎呀，你行了，你也别着急了啊。老年人谈恋爱很正常，嗯。但是你发现一个问题没有？什么问题？人家冰棍大爷既然敢跟孩子说这个事儿，说明什么？怎么？说明他心里有咱妈。老头上心了，这是一个小细节。哎呦，哎，我们应该祝福他。嗯，孙悦，是我作为儿女应该祝福，应该支持。对不对？我们把这个房子让给你妈和这个冰棍大爷过日子。我们俩去动物园边上租房子住吧，好不好？对，我们住动物园不好，我们住动物园宿舍也行啊。我这没事，你去哄你妈啊、哎，回头让你妈把那个纹身洗了，好吧？你看看，哄老太太吧。推门一瞧，你妈趴在床上俩腿一蹬，咣。我妈缺氧了，这是。说着话，你妈坐起来了。嗯，是这么回事，孩子。您说说，十年前我跟你爸我们出国旅游，10年前、哎、我们路过一个纹身店。哦，我们俩一对视，怎么样？我跟你爸多么有默契啊！啊，我们俩决定疯狂一把。哎呦，进了纹身店，他纹的是我的名字，我纹的是他的名字。那后缀，后缀都是我爱你。你看看这俩人。哦，出国纹的，纹哪儿了？纹哪儿了？问问。你好奇这个干什么？你都说到这儿了，你怕这个？怎么了？啊！妈，这么大岁数咱不至于啊！我妈知道就走这一步。纹哪儿了？您说说纹哪儿了？纹在了。不笑话您。纹在了离心脏最近的地方。哦，纹在这个胸口这边。不是。那纹哪儿了？左边胳肢窝。这地方是爱发炎。那也不合适。行了，别哭了啊！万一让人看见，跟你妈正聊着呢，啊，外边有人敲门。谁呀？冰棍大爷进来了。老头来了。你媳妇赶紧出门迎接啊！哟，大爷您怎么来了？你看还带着东西。是，孩子，我确实拿了冰棍，但是我一会儿要卖。人家要出摊儿的是，不是送礼来了。您来这是有什么事儿吗，大爷？你说说吧。嗨，我来找你妈啊！我们孩子上你这儿闹事了。哟，老李你出来了。你跟你妈这会儿正出来了。谁？老李。哦，我妈姓李。对，你妈叫老李。老李，哎呀，你出来了！那什么，孩子刚才上你们家闹事儿，实在是不好意思，赔礼道歉。我向您赔礼道歉。嗯，孩子们别怪我啊，别怪我。好，我确实想跟你妈好好过日子。俩人确实，这个事儿估计你们也听说了。嗯，行吧。怎么着？我认了啊，老李，我认了，认了。我改姓孙，但是孩子们不许那么喊我，我也觉得丢人，我60好几了，我也觉得丢人，好不好？付出了可啊？这说了、哎，你赶紧把这话接过来呀、啊！我可不能。哟，大爷，对。不行，对，这事儿我听明白了，从头到尾我都知道怎么回事了。嗯，我有一个主意，大爷，看您愿意不愿意啊？什么主意啊？我妈身上有纹身，您知道吗？啊，知道。我知道，她跟我说了。嗯，这样，您呢？您也既然想得到我妈，您也得付出点什么。怎么付出啊？妈，您身上纹的是什么？什么呀？我纹的是孙红雷，我爱你。啊，大爷，您也纹一个。纹什么呀？孙红雷，对不起。我去你的吧。谢谢谢谢，是。
站在这个舞台上不是第一次了，这第三回了。哎，好几次来到这个天津卫视相声春晚，嗯，特别的高兴，特别的激动。是，其实呢，在这个舞台演出啊，不好演。怎么不好演呀？有难度。您说说。有难度，大家的心态不一样，我们的心态也有变化。哦，互相都有变化。那当然了，就比如说后边这些观众怎么样？等着笑我的包袱。哦，笑你的包袱。哎，哦。而师兄弟们怎么样？等着笑话我的包袱。这憋着瞧你笑话呢。那心态不一样，电视机前的朋友们等着师兄弟们怎么笑话我的包袱。好家伙，好难啊。是难。我这些年我的心态也有了一些变化。哦，不光心态吧，看这意思。有变化，有变化。嗯，哎，有什么变化？比如说第一年我来这个舞台演出的时候，觉得没事没关系。怎么呢？咱们俩最红啊。哦，咱俩最火呀。是是是，咱俩说什么大家都应该能够乐，观众爱听，不怕有自信。是是是。第二年坏了。怎么就坏了？我们单位火了一大片。哦，火了不少人。啊，哟呵，我天都塌了，各位。哇，您这天这么快就塌了？他们不能红啊，他们不能火呀。人家凭什么不能红啊？我刷这个短视频的时候，我看自己的播放量啊，我一搜岳云鹏播放量差不多5000万。可以了，你还可以吧？啊，张某雷，干嘛还张某雷呀？你直接说出来不好吗？我不说。哎，这好，我不想让他再红。张某雷，记字儿啊。点击量1亿，人家多火呀！我天塌了，各位。啊，您这天太低了。我赶紧啊进粉丝群，让我的粉丝帮我刷短视频，您等会儿，播放量，您等会儿。咱们公司规定啊，演员不能进粉丝群。怎么了？你在乎那个？我在乎。你在乎那个？怎么？小号啊。哦，还有小号呢。你没有啊？我没有，我没有。哦，小号，让我媳妇把我拉进群。怎么还有你媳妇呢？我媳妇群主啊。改家庭群了，你看了吗？把我拉进群。嗯，在群里。还发语音呢？那当然了，那当然了，生怕人家不知道是他。这文字被截图，到时候一爆，咱多丢人。是是是，那这小号有什么用啊？你发语音，你给我滚啊！一没词儿就这个。亲爱的朋友们，帮我刷刷短视频的播放量好吗？哎呀，爱你们哟。嚯，哎，好了，蹭蹭的往上涨。好，非法竞争这叫。来，说您，粉丝的力量是强大的。是是是是是，接着搜。啊，接着搜，我再搜，嘿，某麒麟，这你，郭某林，郭其某，你就是少东这就完了，哎，某麒麟，播放量2亿，人家火呀，他那年参加综艺多呀，电视剧也好，不行，我受不了，这都受不了，各位，我的天，啊，你的天也塌了，您光天塌呀，那地不漏啊。啊，你管人地漏干什么？废话，你这怎么光天塌？不像你不要提漏这个词儿，好吗？好不要提，不要提，疼着了现在。是是是，你也记这个啊？你记记口不好吗？光记字儿干嘛？到哪儿了？母麒麟，母麒麟，对对，那我得进群啊！啊，是又进群？那当然，那当然。朋友们，帮我刷刷短视频播放量好吗？嗯，爱你们哟。是，没发现没发出去？怎么呢？把我屏蔽了。哇，你媳妇退群了，可能是。可能是，可能是。但没关系，没关系。哎，那年，我潜心研究相声。啊，努力了，努力了。嗯，大家都火，咱也得努力啊。是是是。那年天津相声春晚，马克奇上热搜了，记得吗？你努力了，马赫奇上热搜了，这叫人话吗？这个啊，你努力是马赫奇努力了，啊，共同努力，就是您那，就是您努完了以后，您那作品把马赫奇带火了，知道吗？好家伙，行，说不清楚话，这玩意儿。转过年来又发现，嘿，怎么呢？又火了一大片。是的，这不都火，这多底都火了，就连烧饼都火了。这就连，就连烧饼都火了。您这话说有问题，怎么了？什么叫就连呀？人烧饼凭什么不能火呀？烧饼在我眼里就是个弱智啊，他怎么能红呢？不是您这话有点损了，这怎么能红呢？你真行，你不说他什么心态？某贺堂，
某什么贤，都是某啊，都火了，憋着某人家呢。微博转评赞比我多呀，那人家火，人长得好看的还，转评赞比我多，我受得了吗？我的天，又塌了，哦，天就没立起来过。你甭说他，就连我徒弟，你徒弟谁呀？刘晓婷。哎，这怎么没某字啊？你甭管，那是我徒弟。哎，这还真疼自己徒弟。刘晓婷，微博转评赞比我多，人家火，我受不了啊。哦，徒弟火都不行。我不行，我天塌了，我天塌了。把我另外一个徒弟，某局叫过来。你上校局不说了，他还差点。哦，也分啊，局仔，你看这个数据，你师哥转评赞比我多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我不想活了，宝贝儿，我不想活了。嚯，交代遗嘱了。师傅，小了，不跟你一模一样。这说话的劲头啊，小了，小了。说你什么小了？伤口小的是怎么着？长上了？怎么什么叫师傅就小了？心眼小了。本身你心眼都不大，听这话。心眼小了，我师哥红对你有好处。这有什么好处？你想啊，他赚了钱，将来能孝敬您，对不对？哦。再说了。我师爷那么多徒弟，好几个红的，我师爷沮丧过吗？我师爷难受过吗？没有。我师爷还想办法让其他徒弟都红啊。对呀，这是一个师傅应该干的事儿啊。是，您得想办法让其他徒弟也红啊。哎呀，你看人小菊说这话，你给我死去！哎，我火一个徒弟我都受不了，我火俩我不得死去吗？啊？什么心态呀？啊？不行不行，这些年我的心态逐渐的有了些变化。是，越变越坏。不行啊，我得找找原因的，自己你好好找找原因吧。为什么越来越不红了呢？对，就你这心态红不了。我的曲线啊，各位，什么？我的曲线？您怎么还有曲线呢？啊，不是那种曲线，就是我红的那个曲线。您什么？你红曲线什么样？我瞧瞧。比如说从2010年开始啊，我是这样。哦，这平稳。1，1，2，哎呦嚯，1，3，哎呦嚯，爬坡。1，4，哎呦嚯，1，5，呦呦呦。16，哟嚯，怎么上去了啊？17，哎呦，18，嚯，19，哎呀呀呀，20，嚯，21，哎呀，22，这就埋了啊！完了，我曲线是这样的，您这就顶峰一下就完了，能不难过吗？您这找找原因吧。赖谁呀？光分析这个没有用。赖你？怎么？哎，你先等会儿。赖你？我有我什么事儿啊？跟你有。特别大的关系，措辞一下还得，也怕我当时翻脸是吧？你捧哏不行，不是您别这么说，这不怎么？你自己认为你自己在德云社捧哏位置排第几？你说你非得问这问题？你快点，都在这坐着，好久没人笑了，你快点。没人笑跟我什么关系？那行，排第16吧，吉利。你看还挺谦虚，要六嘛，要顺嘛，排第16。嗯，心态有问题。我16都心态有问题。哎，你捧哏差很多，叫我这些师兄弟当中你差很多。我怎么就人家那个捧哏的多棒，人谁高九成，高九成能说会唱，人嗓子好怎么了？朱鹤松捧哏巨匠，周九良捧得恰当。哎呦呦，郎和岩怎么样？那就算了，那个算了，像话。郎和岩跟张鹤伦，嗯，配合的棒棒，还棒棒，还哦。孙悦怎么了？只会养大象。你怎么？你说多少年这事儿？捧哏很差呀，而且很多作品他都不演呐，各位。我怎么不演啊？他都不演。我怎么不演啊？反气口你演过吗？我演过群的呀，没跟你演。为什么跟我不演？你不像啊，对不对？什么叫我不像啊？你迟钝也不好，你，对不对？我特别喜欢朱鹤松。你嫁给他。洪阳洞，你不会啊？你问我干嘛？你根本就不会。我说演洪阳洞啊，我不会，就是你。你看这不红的原因吗？没关系，没关系。到他这儿没关系了，你看了吗？没关系，这个人台上台下不一样。不是，什么叫不一样啊？台上刚才说自己捧哏第16，啊，对吧？对啊。台下怎么跟我说的？我你别胡说啊！我台下说什么了？你别，你人民内部矛盾啊！台下跟我说，我说他跟于谦并列第一。
第二是石富宽，这是他的话。谦哥怎么这个样子？这会儿赖人家了。真是他怎么能把台上台下不一样？台上是个捧哏的，台下吃瓜群众。我怎么叫吃瓜群众？吃瓜群众，刚才我演了一个包袱啊。嗯，我演了一个包袱。你那哪有包袱？你告诉我，还舔着脸，我演了一个包袱，哪有包袱？我演了，他们都笑了。谁笑了？哪包袱？我听。高九成能说会唱，朱厚熜捧哏巨匠。嗯，周九良捧得恰当。是。狼和岩就算了，对不对？哦，这是包袱。对，当然是包袱了。哦，三番四抖啊。哎呦呦呦，很符合逻辑啊。哎呦呵，绝大部分人都笑了，但是这个人跟我说什么？说什么？小月，咱们不应该这么演。你这不应该可乐。你应该这么演。我怎么演？高九成，你看能说会唱。朱厚熜捧哏巨匠。周九良捧得恰当，多好。何九华追求漂亮，你应该这么说。我说跟人家追求漂亮有什么关系？他跟我说，你没有吃瓜。不是，人家就这点事儿，我就提宣传宣传。我以为刚才这个包能响。这你使没使响啊？对不对？我真的以为我写的时候特别开心，我以为能响。您说这能红吗？您让各位琢磨琢磨。但是。您在台上捧哏的时候说的挺好的。有一次我们在深圳演出的时候啊，怎么了？我找他，我们在酒店，我说孙老师，以后捧哏能不能模仿朱厚熜？我学他干嘛呢？我们俩彻夜长谈。对呀，你猜他怎么着？怎么着？他在深圳的酒店里大嘴巴子撤了我一夜。废话，我也一宿没睡啊。哎，就跟我睡了似的，怎么了？你说这干嘛你？你模仿人家不行吗？我凭什么学他呀？我还有一次在郑州，我找他去了，在酒店，我说孙老师，以后捧哏能不能学一下云杰师哥的发型？我干嘛学他呢？在郑州的酒店里用河南话骂了我一宿。我这叫入乡随俗，知道吗？废话，我有那发量吗？我有一次在重庆，我让他模仿杨九郎的憨憨，还憨憨。哎，杨九郎的憨憨，他在重庆灌了我二斤辣椒，我差一点得痔疮啊，各位。你就跟现在没得似的，真行了你！太讨厌，都赖你！我就是我不学别人，我不红都赖你！你甭赖我，岳云鹏，嘿，嘿，瞧着我，嘿，瞧着我，我都不敢扒拉你，我都。我跟你说，你甭赖我。这么着，咱俩今儿都说这程度了，今儿咱俩就撕破脸说，知道吗？我是有我的不对，对不对？我有我主观意识的问题。但是问题说话说回来了，你之前因为什么火的，你不记得吗？我因为什么火的？你因为什么火？你不记得吗？因为我自己有能力啊。你别跟你没有关系啊。你有什么能力啊？你是因为什么表演方式火的？你不记得吗？我全国人都知道，淳朴。什么淳朴？要不要脸呀？你就是个便宜，真行，还淳朴，不要脸，知道吗？你这是靠不要脸火的，你不火的原因现在是站台上要脸了。你瞧着吗？站台上我现在是角儿了，我是腕儿了，哎呀，我得收一收，要脸了，不火了，知道吗？你得不要脸。刚才他说完，刚才他那一段，大家伙鼓掌了，你们也认为我应该不要脸是吗？你应该越便宜越好。便宜，要多便宜多便宜。我应该找回2016年那会儿的状态是吗？2016年的物价。你这你现在别要脸，你要脸观众就不乐，你努力，跟那个有关系吗？有关系。你就把那劲儿都拿出来，站台上，你当，你就火了。我还得重新做心理建设。不用，打开心扉。不用建设，在心里一直藏着呢。是吗？对，建好了。把我原来那个状态，台上骚骚的、贱贱的感觉拿出来是吗？骚骚就算了，贱贱。渐行渐远。把我渐渐那个感觉重新拿出来吗？对。大家就能乐了吗？能乐。我就能火了吗？能火。你比他们都强，知道吗？
那再试试吧。您来呀，试试吧。这汤这都火了，好家伙了，好蘸你都口脸，是不是？对，您来。我好难受，我接下来要演的这一段。您没事，坚持住，为了火，咱不能撒汤漏水。我不行，我接受不了。您来，您来。剑啊，剑，我剑，我要重新剑。对对，剑，鞠躬。哎哎哎，开始了，好。谢谢，又来到天津春晚的。哎呀，你看好多人，我的天！哎呦呦，好的，哎呀，你看，哎，火不火？来来来，继续。他们都给我鼓掌，我的天哪！是，这么神奇吗？哎呀，哎呀，怎么样？哎，真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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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认清自己。包真响了，对，这是包了。我的妈呀，大家喜欢看这个？继续，继续。好好好，继续之前那个状态。我叫岳云鹏。哎，岳云鹏都不行了。这是我的搭档。是是是，他叫孙越。嘿嘿，哇，真的能红。好，我再模仿一下。我原来我最红的时候，我转圈那个状态。你来一套，你来一套。哎呦，好啊！哎呀，你让各位瞧瞧，多好这个。哎啊。这样我就能红了，你就能糊了。谢谢，谢谢现场的朋友，谢谢谢谢。刚才节目一个比一个精彩啊，嗯，人家都是唱歌，对，我们俩给大家换换口味，说一段。我叫岳云鹏，我叫孙越，我们俩给大家说一回，嗯，这个来到天猫的这个晚会，肯定要提天猫嘛，多新鲜呢，对不对？天猫确实给我们生活带来了很多的便利，方便，也改变了一些个我们生活的习惯。哦，是吗？网购啊，您说说。就比如说啊，嗯，我们到了一个新公司去上班，首先要问同事什么？几号发工资 ？No， 那问什么呀？要问同事，哎，咱们的收货地址是什么？哦，先网购，哎，哦，先问收货地址，是是是，改变了我们的生活。哦，还有这个直播带货，是也改变了我们的生活，这叫方便。好几个比较红的，嗯，都跟我有关系。都谁呀？李佳琦。李佳琦跟你什么关系？我徒弟。怎么能是你徒弟呢？李佳琦的口头语是什么 ？Oh my god 呀！我的口头语是什么？我的天。哦，一样。我的天哪！哦，这就算你徒弟了。还有个叫薇娅。哦，薇娅也是，长得很美。对，有一首歌是唱薇娅的，你听过吗？什么歌啊？唱薇娅的。你唱着。你要走吗，薇娅薇娅？你要去哪儿，薇娅薇娅？行行行，这是唱薇娅的吗？唱薇娅的。还有谁呀？还有一个小刀流。小刀流？对，技术特别好。哦，我知道，修脚那个，嗯，就是门口修脚那个是吧？干嘛修脚的呀？刘一刀。刘一刀是谁呀？我没明白。刘涛。不是刘涛，怎么叫刘一刀啊？左一刀，右一刀，把这个价砍下来，供给消费者。啊，就砍价砍得好。哎。哦。直播带货。是是是。怎么还有音效？那个，不可乐，不习惯，不可乐，不可乐。那个，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，孙老师？什么问题啊？如果古代有天猫，会是什么样的？哟，那还真没想过。没想过吧？您说说。假如古代有天猫啊，嗯，首先快递就不一样了。快递怎么样？短途，用马。哦，短程的是快马。对，快马加鞭，快马加鞭，郭德纲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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哇，特别快。这一听就小矮马。你。送一碗炸酱面哦，送这个哎，到了一瞧哎，面都拌好了啊，颠到散了都，哎呀，这是短途，长途呢？长途不一样了，嗯，长途用鸽子，鸽子送封信用鸽子，哦，信鸽，珍珠玛瑙用鸽子，那要买几件衣服呢？用鸽子，买书鸽子，哦，全是鸽子，所以后来有了快递小哥。您等会儿，您等会儿，您等会儿。快递小哥不是小鸽子，快递小哥是小哥哥，别胡说，这是送货。哦，如果古代那帮人啊，嗯，卖东西估计会很可乐。是吗？都卖什么呀？比如说啊，这个蜘蛛精。哦，这妖怪。蜘蛛精卖什么知道吗？蜘不知道。蜘蛛精卖路由器。为什么卖路由器啊？因为它网好。
知道王好，还可以卖蚕丝被。你行，哎，那伪劣这算。二郎神卖什么知道吗？二郎神卖什么呀？卖狗粮。二郎神卖狗粮呢？他有哮天犬啊。哦，就他带个狗。哎，红孩儿卖什么知道吗？红孩儿卖什么呀？卖烤串。为什么卖烤串？他火大呀。好家伙，好话的呗。哎，哎呀，该鼓掌鼓掌啊，包袱挺不错的。现托付啊，还有那个托塔李天王卖什么知道吗？李靖啊，啊，卖什么呀？卖啤酒啊。您等会儿啊，蜘蛛精我就想拦你了。怎么了？这满嘴胡说八道，没准词儿还。啊，胡说八道。李靖怎么就卖啤酒了？李靖卖啤酒？那时候有啤酒吗？你不知道啊？我不知道。有人知道吗？谁知道？来来来，姐来。还有人？大家好，晚上好，晚上好。哎呀。刘技师啊，岳师傅，哦，孙师叔，哎，您好您好，您来来，涛姐，哦，哎呦，一刀，我问你，嗯，托塔李天王卖什么？卖酒啊。卖什么酒？啤酒啊。你看你看你看，二位有意思吗？怎么了？俩人互相帮衬的就对了，理由说出来，原因当然有理由了，说出来，当然有理由了，说出来。托塔李天王大儿子叫什么？金吒。二儿子叫什么？木吒。老三？哪吒。老四？再来一扎，这是卖啤酒吗？我还真没想到，你们再来一扎，再来一扎，怎么样？卖啤酒不怎么样，这个。我再问你，孙老师，还有什么呀？孙悟空卖什么知道吗？孙猴啊？啊，卖什么呀？孙悟空卖毛。哦，孙悟空卖个毛啊？毛？不是卖个毛吗？你才卖个毛呢！孙悟空卖毛线，卖毛。为什么呀？他后脖梗子有毛，揪下来一吹，千变万化。哦，就卖那个能变化那毛。哎，对了，哦，孙悟空还卖一样东西，还卖什么呀？卖定。不合适吧？直播呢？就是说的是啊，别瞎看。对，你这卖定身术。哦，记得吗？有一章节。哦，七仙女去摘桃去。孙悟空看见了，孙悟空喊了一声定，七仙女就定那儿了。哦，就定那儿了。然后孙悟空去偷桃去了，有没有？有有有有有有有。孙悟空还是年少无知，还是摘桃去了，像话？如果说孙老师，嗯，你有这个定身术，你想干什么？嗯，就现在啊。我有。嗯，你现在就有定身术了。我们大伙儿配合一下啊，孙老师一说定，我们大伙儿就定住，好不好？对。好，不是都能配合吗？我们配合你。行，配合你。你配合我啊？可以。嗯、我说定就行哈。行。呵，那想干的事太多了，我跟你说。咱开始啊。嗯。一二三，定。哎，干嘛呢？不是，我真的，我一看他就乐，我控制不住。他长得可乐，你可以不看啊。那稍微控制一下啊。对，你别看他就完了。配合一下。长那模样的人，来，一二三。定，完了，我动了，哎，我动了，宋老师，你怎么动了？我心动了，讨厌，有这样的吗？你台上没有说这个，你知道吗？好好的，好好的，真行，再来回，再来回，别闹的，那这好不容易，咱们开始啊，一二三，定。行，哎呀，定了啊。来，面部解一下锁，谢谢。来，转账，起来。到账1111元。OK， 下班，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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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什么情况啊，你们？我们俩吃饭去了。我们俩这怎么就把钱给我弄走了？1000多块钱挺好的呀。那不是教你这么多，不得来点辛苦费吗？对呀、啊啊，对、啊。学费。学费吗？对、啊、那我学什么了今天？你直播带货，你不得卖东西吗？对、啊。然后你教我什么了？我说相声也能卖东西啊，我们也能卖啊。这钱学费过去了，你得教我点东西、啊。行，那我教你一个叫卖，好不好？哦，咱那个叫卖，卖菜。好啊，大伙儿听一听啊。嗯。香菜、辣青椒、哎，高葱、嫩芹菜、来扁豆、茄子、黄瓜、下冬瓜、买大海切、买萝卜、胡萝卜、扁萝卜，那样嘞，香菜嘞、蒜嘞，好韭菜。师傅，这太厉害了，这我能学会吗？那你能卖什么？你就不行了吧？这个
这个其实我听清楚了，你就是说把你今天卖的东西全都说一遍，就罗列一下。对啊，这个其实我每天直播的时候都干这事儿。也这样吗？那当然了。那你把你卖的东西说说我们听听。你看比如啊，平时都这样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不要再有一个笑容，笑容再开心一点啊。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来到聚划算百亿补贴刘一刀的直播间。今天我们卖的货品有空调、彩电、洗衣机、平板电脑、照相机、牛奶麦片、冲牙器、咖啡、啤酒、按摩椅、婴儿推车、纸尿片、消毒纸巾、洗衣液、精油泡脚养身体、各种零食样样齐，枕头、被子、裤、也衣、卫衣、球鞋、跑步机，是这意思吗？还行，挺好，卖东西不少啊，真是。但是必须得有准备。还有准备。对，那还得会什么呀？还会什么呀？会唱啊。你会唱吗？我今天就不唱了，但是我有队伍来给大家唱啊。还有队伍？那当然了，欢迎我们的奋斗吧主播。今天观众非常的热情啊，是很高兴来到2023中国网络视听年度盛典。没错，这哎已经不是我们第一次来这个舞台了，是第二次。来过两次了。今天的观众我觉得比去年的观众要成熟啊，成熟。去年是一帮小孩，全是小朋友，小孩都长大了啊，小孩都长胡子了。这一年的时间长那么大，而且我看到了一些个熟悉的面孔，都是很多都是跳舞的朋友，是不是？对，跳街舞的朋友。哇，孙老师，您上次跳舞是在哪年？是你问我上次跳楼得了吧？我这跟跳楼不一样吗？我跳舞从来没有跳过舞的人没有啊，站在这个舞台给大家说相声，无比的高兴。是，哎，特别高兴。这个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什么样的内容呢？您说。我研究了很长很长很长时间的一个内容。啊，也不知道他们听见什么了。关于咱们文学的。文化文学。哎，对。哦，您说说。问您一个问题啊，孙老师。您认字吗？您这话说的怎么能不认字儿呢？认字儿，认字儿，考考您啊！您说，一个人念什么？一个人可不念人吗？一个人念人。对呀、啊。两个人念什么？念从。三个人念什么？念重。四个人念什么？打麻将。怎么打麻将都出来了？你要问三十人就是跳街舞，知道吗？废话，有四个人的字儿吗？当然有了，这个字念鱼。哦，念鱼。哎，各位上网查一下啊。哦，这长知识。念鱼。再考您啊。啊，您说。上面一个不，嗯，底下一个口，念什么？念否。上面一个不，底下一个用，念什么？这念甭。北京话，您甭跟我来这套，那甭。哎，上面一个不，底下一个正，念什么？啊，歪。上面一个不，底下一个要，念什么？这不知道。告诉你，记住了啊，这个字念什么呀？不要。您这都研究的什么呀？这都。姐，你那有这个字，这个字念表。哦，表。不要表，其实就是不要的意思。哦，不要。哎，念连了宗了。哎。这是文字，是词我也研究，就这个词组，嗯，您研究什么了？呦嚯，我发现你是漏电了，是怎么？怎么这副嘴脸？你才漏电了，你看这副嘴脸。我发现一个很神奇的事情啊，是是是，就这个词儿啊，有的词儿，你打左边看它是一个物品，打左边念它是一个物品，打右边念、是这个物品的作用。就您这描述能力，我有点没听明白。你要不举个例，我们听听 啊举个例，我们听听什么意思？这锅盖，锅盖怎么了？反过来念，盖锅。哦，是不是？哦，还真是啊！什么神奇？哎，神奇神奇！这个外国大哥，您是一句都听不懂，是不是？哎耶！哎，不然，行了行了。就您这地方英语，行了行了行了，哦，锅盖，盖锅，哎，那还有吗？牙刷，刷牙，嘿，是是是是，门锁，锁门，嘿，风扇，扇风，你看，可以呀，多么的神奇，是是是是，哎，这都不算什么，这还不算，我研究时间最长的，您说说，
就是成语。成语，尤其是四字成语。哦，成语一般都四个字儿。哎，是是是，成语有很多啊。啊，俩字儿、仨字儿、四个字儿、五个字儿、六个字儿、七个字儿，全都有。但是全都有。我研究最多的就是四个字的成语，常用四字成语，没我不会的，没我不懂的。哎，那我问问您啊，哎，您刚才说，不是，您理理，您理理我行吗？我问问您，就是成语您都行，我都行啊。哦，那我问问您啊，嗯，您刚才说那锅盖那一类东西啊，啊，就这四字成语有没有这四个字说的是同一类的东西？四个字是同一类。对了，简单，您来了，简单，我听听。锅碗瓢盆。哦，还真是一类啊，对不对？嗯，你们家厨房有柴米油盐。哎，一类。你的书房有纸笔墨砚，这是一类。你的院里有梅兰竹菊。哎，这好。嗯，你的人生酸甜苦辣，你看。你老说我干嘛呀？这简单，还简单。那我再问问您啊，嗯，我不知道各位知道不知道，咱们这个当初学习汉字的时候，有这个汉语拼音，汉语拼音，您学过吗？学过。您说这就汉语拼音声调全学过，嗯，一声平，二声扬，三声拐弯，你看，你看，哦，都学过，哦，都学过。那我问问您啊，这成语四个字都是一声的。一声平，哎，这薛微有些难度啊，这个，啊。呦呦呦呦呦，薛微有些难度。您不是厉害吗？您来吧。偷偷摸摸，偷偷偷，真刀真枪，哦，啊，真是。哦，真真。慌慌张张，慌慌。哎，还真是啊。都是一声，可以啊。那那二声的有吗？张嘴就来。嗯，二声扬，二声扬。梅兰竹菊。没的，摸一没没，哎呦，还真是。亭台楼阁，哎，是。急于求成，还真是，真是。明明白白，呀呵，张嘴就来，张嘴就来，啊。那那都是三声的呢。有板有眼，有有。躲躲闪闪，躲躲，哎，真是是，正好四声的将是那个。浩浩荡荡，哦。断断续续，还真是啊！说说大家 啊，大家的舞蹈浩浩荡荡。这么着啊，增加点难度。成语不是四个字吗？四个字，这四个字啊，一个字一个音儿。什么叫一个字一个音儿啊？哎，一二三四声都得有，都得有，这四个字全都得占。一二三四，你陕西的是吧？我听出口音来了。哎，一二三四，他说的对，一二三四。行了行了，他这不行，这数数不行，成语，得是成语，这四个音节都有的。好，那就说您，嗯，说，哎，别别，您这个人啊，您别，您别说我啊，您听过相声都知道，这逗哏嘴里说我们没有好词儿，对吧？说自己，说自己，我听的有什么词儿？行，说自己，说我这个人呐啊，你还又还是个人啊。他们乐了，说我这个人啊，人光明磊落，我台上的节目是经过千锤百炼，哇，还真是四个音儿哈。哎，我是我们后台的中流砥柱，哎哎，一二三四声都有。哎，行了，一到说自己词儿都是好词儿哈。我本来要说您啊。本来要说您，这都是用我身上的啊。那这么着，现在说我，现在说您，趁热说我，趁热说您好，现在夸我，说您这个人呐，我得开个心，嗯，虚情假意，说您这个人斯文扫地，对，您就这，有特别多的阴谋诡计，我就不是好，喜欢灯红酒绿，行，可以了，经常用一些雕虫小技，行了，别说了。偶尔飞檐走壁，我飞得起来吗？我还飞檐走壁，我再掉下来，我这都什么词儿？这都是，您词儿不怎么样啊？对，押韵了是不是？是。哎呀，无形当中押韵了。是，也是自己没留神。哎呀，行。美什么呢你？
高兴吗？说相声高兴吗？高兴没高兴？碰到这么好的观众，高兴吗？是是是是是，难得有懂你的啊。行了，您别说我了，这词儿不怎么样了啊。这不是我的最强项，各位。怎么什么意思？不是我的最强项。您最强项是吗？我的最强项就是你给我说出一个成语来，我按照你最后一个字接着往下说，一直说，然后说着说着，然后就反正就是一直说。这么着，我想一个词儿，一个开头的词儿，再想一个结尾的词儿，怎么样？行，这样有一个局限，怎么样？可以啊。因为咱们这是新年，咱们就新年快乐。新年快乐。新年快乐开啊！完了是过节，咱们就万事如意结尾。万事如意结尾。对，好，行吧。新年快乐，乐乐不思蜀。啊，乐不思蜀，好词儿。形容的地方好。蜀，数钱高兴。去去去去。财迷，我告诉你，这是成语吗？这个数钱高兴不行，数钱高兴不行，姓岳的棒。没听说过姓岳的棒讲话，数钱高兴就不行，那不是成语。成语说成语，鼠目寸光。哎，这有光，光明磊落，落落花流水，水水到渠成，成成千上万，万万事如意。哎，可以啊，我真想跳一段。哎呀，行了，起来吧，起来吧。您这是永动机吗？扫地机呀、啊，这是。拿我找一词儿，怎么样？拿您找个词儿。往下接着说，还得是万事如意啊。可以啊。拿我找一词儿。哎，心宽体胖。哎，你看，一看就没有文化，没有文化。我怎么没文化？那个字不念胖，那念。盘，我还心宽体盘，我还得盘着那儿，盘就跟你是盘在那儿的。哎，那盘，来盘盘盘盘，哎，那个字也可以念胖，你知道吗？哎，你那不行，不行，胖头胖脑，我就没听说过。盘，你说的盘，哎，盘，盘龙卧虎，盘龙。行，虎，虎视眈眈，眈，单枪匹马，马，马到成功，功，功成名就，就，就事儿论事儿，事儿，事与愿违，违，为所欲为，违，为所欲为，违，为所欲为，你是有点为所欲为了，你三遍了。回不去了，你太为所欲为了。为所欲为，为人师表，表，表里如一，一，一事无成，成，成千上万，万事如意。虽说这为所欲为说好几遍哈，但是也说上来了哈，开窍了，我开窍了，我发现啊，有窍门，有窍门，你只要绕到水就可以，是不是？水到渠成，成千上万，万事如意，只要到水就行。哦，到水就行。哎，到，哎呀，一说到水，哎呦呦呦呦，就能整得万事如意。是是是是。敲门，敲门哈，行。我让你敲门。外国大哥，您来一个。您来英文也行。那什么？滋儿。滋儿，也不知道这是哪个字母发出来的。滋儿滋儿冒水。滋儿。滋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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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都行吧，紫气东来。滋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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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啊，行行行，就滋儿的一声，滋儿的一声，什么？滋儿的一声，哎，滋儿的一声，哎，声东击西。那西西瓜有水没有？不是成语了。西是宁人，哎，人，人无完人，人，人无完人，人。人面兽心，哎，心，新年快乐，乐呢？乐不思蜀，这说过，数钱高兴，是，哎，我好像说过，多新鲜呢！鼠目寸光，哎，光明磊落，是，落花流水，水到渠成，成千上万，万事如意。你说回来。谢谢，谢谢。好紧张，好紧张！我演出从来没有这么紧张过。是，谢谢。作为前两年比较火的演员，你知道现在在后台待不住，你知道吗？
很难过，很难过。嗯，真的，我早就跟我师傅说，我说不行，给我们调前面了，张云雷前面。我师傅说不行。对。行，你好好演，好好演啊！既然已经到这儿了，今天又是钢丝节，满坑满谷的观众啊！今天来那么多观众，哇，调价很贵吧？大家能有票就不错啊！嗯，谢谢。能进来就不错。嗯、哎，真是。谢谢谢谢，节目是一场接着一场，这就是我们德云社的相声啊。对，今天呢又是一个钢丝节，每一场呢节目都不一样，是人员也不一样，还有翻场，哎呀还有翻场，特别了不起。刚才是张云雷、杨九郎，当今我们德云社最火的演员啊。是。二位下去休息一下。这场呢又把我们哥俩换上来，是的，先做一个自我介绍吧，因为已经过时了，这个，我还能笑得出来，真有心在滴血。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啊，我叫岳云鹏，是一个小学生，谢谢，谢谢谢谢，依然还有掌声，我心里特别开心啊，特别高兴，谢谢谢谢，可以了，谢谢。谢谢谢谢，对，爱你们爱你们啊！观众还是不累。这是我的搭档啊，嗯，我们俩给大家说一回相声。相声大家都知道，四门功课。说，您是红过了，我是没了。不是怎么了？您说我名儿啊？这不是大家都认识您？那也得说呀，对不对？大象。这是我的搭档孙越老师。哎，您老师。继续啊，指着你们站点儿呢。我们这场规定是30分钟。你别说出来呀，别说出来呀。行，5分钟过去了，行行。又来5分钟。谢谢，还有爱孙越老师。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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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真是了不起。嗯，行。说明什么呀？说明什么呀？好好。没有没有没有。说明大家呀都喜欢相声，哎，对，这是好事儿。嗯，我们这些个年轻的相声演员也喜欢说相声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这些个中年相声演员，我们这也不行。像我们这些将死之人呢，也喜欢相声。您的意思就是能活着下去就行？我不知道现在观众的口味这么重口味了啊。您不看您接的谁？去听两个老家伙在这儿啊，絮絮叨叨。对，大家都喜欢相声，我们这些个年轻的相声演员呢，也喜欢说相声，喜欢，要不我没法进行了啊。对，喜欢研究相声。哎，对了，这些个素材怎么来的呀？您说说。打生活当中来。是。艺术来源于生活。而高于生活，老话了。大家喜欢听相声，哈哈一笑，清气上升，浊气下降，二气均分，食归大肠，水归膀胱，对身体啊有好处。您说膀胱的时候别比划这边行吗？行，真是对身体有好处，有好处是。那么说这人得了病怎么办呢？得病怎么办呢？去医院。没猜到吧？是不是没猜到？就这么神奇。这个转的还挺愣。得了病得上医院，那是。但是很多人啊，都容易这个得病，大病小病不一样。哎，对，有的病看得见，嗯，有的病看不见，有的自然生长，嗯，有的后来创伤，有先天的，对不对？我们后台就有很多人都有病，啊，后台都是病人，嗯，啊，很多人有病。我们后台有个演员叫侯震，今儿没赌气，没来那个 啊，嗯，往常都是他主持啊，对。今天说听说是什么，因为什么颜值还是因为什么，就对对对啊，就是因为长得，嗯啊，就没让他来。是侯震，相声世家。对，
侯本林的长子长孙。没错，相声说的真是，现在是我的师，现在是我师傅的司机，你知道吗？您等会儿吧，相声世家怎么现在改司机了？他就是啊，就是不太会，就是世家，这纯世家，纯世家啊！哎呀，我心里舒服多了。那是，对，我比你还舒服呢。纯世家跟相声没关系，但是呢，这个喜欢开车哦，好开车，哎，给我师傅开车啊，司机啊。前两天出了点事儿，什么？出了点事儿。侯震开车出事了。对，哦，你师傅怎么样？我师傅能有事吗？那不是侯震给你师傅开车，他我师傅没在，侯震自己开车出啊，拉空了。是这么回事儿，嗯，那天啊，这个保姆要去买菜，侯震说来，我去买。您等会儿吧，你一个司机，你管保姆的活干嘛？不是，他跟保姆关系特别好，知道吧？我师傅家那个房间，每个房间都有名字，他那个名字叫四宝斋。什么叫四宝斋？司机保姆的房间，你知道吗？婚房。四宝斋上下铺，不耽误事儿。哎，俩人关系挺好的。那还不好。保姆说去买菜，侯震说他去帮忙，哎，开着车就奔上高速了。哦，你师傅住得远。住得远啊。嗯，买菜得上高速，经过一段高速。对，在高速上出事了。怎么了？怼了，撞车了啊！而且是连环怼。哎呦，前面车后边车当给侯震怼中间了，夹中间了，挡风玻璃噗一下，哎呦，就进嘴里了。那他开车时候一定说话来的。他是个嘴特别碎的人，哦，那么自己开车给收音机捧哏。不是相声世家吗？对，世家本色啊，是不是？自己的相声平时也不怎么可乐。对，也是，那世家现在都是半导体里活着呢啊。87.6大鹏的那个节目啊，开什么开心茶馆啊，欢迎大家收听开心茶馆。好，是没错，捧哏，哎呀，挡风玻璃，噗，哎呀，进嘴里了，怼嘴里了，满嘴的血呀，哎呀，您的侯震都那样了，你那么开心？是满嘴血，他再也不能给我们扎针了。哦、oh, ，对不对？不能告状了，哎，再也不能说我们不好了。那是好事，哎，为民除害了。这是侯震，哦，就这么惨。对，就这么惨。哎呀，哎，有的朋友说后来怎么样？后来跟我没关系，他就不能扎我的针了，就结束了。哎，对，没有后来了。哎，嗯，这是侯震，孙老师，我怎么了？前两天也不舒服。什么叫不舒服？难受哪儿啊？嗯，嫂子，那个，您说清楚了啊。嗓子，哦，就这儿闹扁桃体发炎。哎呦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上医院，家附近有一个医院，瞧瞧去啊、叫会好的医院。啊，说的是病人，说的是医院的产业呀。会好的，这越是买卖稀是怎么着呢？具体什么原因咱也不知道，反正就叫会好的医院，三甲医院。哦，三甲，会好的。三甲医院、嗯、就去了，进那个诊室、嗯、迎面有一个桌子、哦、哎，大夫在里边坐着诊室吗、哎嗯、旁边呢有一个这个洗手盆消毒的，墙上供着喜来乐。对，他就进去了。哎，大夫，等会儿，墙上供的谁？喜来乐。你供刘罗锅不好吗？这人一脸没有文化的样子。谁供刘罗锅干什么？喜来神医喜来乐啊。那没供喜来乐的，那供华佗呀。你供起来，你供李宝田干嘛？我就问问。真行，挺大医院，你搁个李宝田照片儿，什么事儿的？其实我就不爱跟你聊天，供什么李宝田？喜来乐，神医喜来乐吗？喜来乐照片啊？那照片谁啊？李宝田啊？那不一样吗？那个、你废话，他演的喜来乐吗？那没有供他的呢，那得供、啊、什么医院？那得供啊！医院是会好的，这玩意儿。好得了吗？这会好的。哎，大夫站起来问，哎，怎么了？啊、大夫，我难受。
难受，我看你快死了，难受。是是知道吗？得亏你来得早，知道吗？嗯。晚一会儿。怎么？我都下班了。你们好不了，你们。来，张嘴、嗯。哎，说这话，大夫从兜里掏出一根雪糕棒来，知道吗？您等会儿。来，您等会儿。脏不脏啊？雪糕不是缩了完了搁兜里了还？什么缩了？鸭舌片儿，鸭舌板雪糕棒、哎、把舌头伸出来，压住舌头、嗯、啊，很甜啊。嗨，你没缩了干净。哟，扁桃体发炎啊，瞧出来了。扁桃体发炎、嗯、没关系啊、嗯、手术好了。哎，我把扁桃体拉了。扁桃体拉了吗？啊，这倒没。扁桃体其实啊没有什么大用，它就是预警、啊、这有的人呐、啊、生病了难受，他走扁桃体，哎对，或者走鼻子、走嘴、走耳朵、走脚后跟。走脚后跟这什么病啊？这是它不一样、哦、为什么人有脚气，对不对？它就是释放那个毒。哦，对不对？我就有脚气。哦，十个脚趾头八个脚趾头缝全有脚气。哎呀，特别酷，没事搓一搓。哎，行了，真恶心！我跟你说，扁桃体拉了就行了，知道吗？上楼做手术，做吧。啊，那个打麻药，打吧，选麻药吧。您等会儿，选麻药还有选麻药啊？人麻药分三种，哪三种？口服、注射、喷雾。口服500，注射1000，喷雾2000。哪个管用啊？哎，说这口服是什么？口服啊，就是。白酒，白酒，一斤白酒喝下去，当时就晕倒，啊，哦，注射就是传统的注射，哦，传统注射，哎，那喷雾呢？喷雾呢？喷雾就是把那个麻醉剂呢放到加湿器里头，2000，知道吗？为什么这个怎么那么贵呢？加湿器送你了，大我一加湿器，来吧。就白酒吧，500吧，白酒，哎，500块钱一瓶白酒，就牛二二锅头那个，没有广告，喝下去啊，当时飘了，哟，这一杯我就飘了，一瓶啊，一整瓶，嗯，大夫，嗯，欲仙欲死，什么酒也不知道到底，我感觉啊，就不用了，这忘了疼了。不用手术，哇，好舒服！哎呀，这个大夫，我只有一个愿望。什么愿望？有没有花生米？有花生米再来一瓶。嗯，我现在急需花生米。行了，别废话，做手术啊，做手术。嗯，当就躺地上了。您等会儿，躺手术怎么躺地上了？当时没准备好嘛，躺地上，叫一系列的这个护士，一系列的。好。我头回听说这词儿，一系列的护士，就各个科室的这个护士，哦，全员出动，俩护士抬得起来吗？那你让我坐在那儿喝不好吗？你也没想到啊，是的，你想让我站着喝，当时撂那儿了，干嘛呢？这撂马呢？你们这，来吧，嗯，差不多七八个护士，是吧？够壮的护士，抬起来，放上去，嗯，手术做完没事了，那就过去了。哎，转过天来又难受了，怎么又难受？馋酒了，哎，又想酒了，酒腻子我。嗯，哪儿啊？嗯，阑尾炎。哦，就这儿，阑尾。阑尾。哦，这儿，阑尾。说好了，哪儿？说好，这儿啊。啊，对。嗯，就觉得难受。哎呀，这怎么办呢？阑尾疼啊。怎么办？难受啊。嗯。上医院，会好的医院。哎，我早晚死这儿吧。奔那个诊室。嗯。大夫。对。迎面一个桌子，里边是大夫，这边一个洗手盆。离我这儿去，把他包天，供着喜来了，冲他也好不了。现在大夫，我又难受了，又难受。嗯，哪儿？嗓子怎么样？嗓子好了，但是我，可能是这儿。哦，阑尾炎，动手术啊，没事，动手术。都得手术。走，上楼，3楼。3楼。换了一个这个手术室，到那之后，先生，选麻药。怎么又选麻药？选麻药啊，嗯，我们这有。3种麻药，口服、注射、精神麻醉。口服、注射，我先能理解。这精神麻醉是，精神麻醉就是给您讲故事，争取让您开心的晕过去，或者是难过的晕过去，看您选择是哪个。哦，大喜大悲。哦，对了，大喜大悲。你看这玩意儿挺人性还啊。哎，省酒的。这个我没有试过。来，
精神麻醉。我听听，我怎么能我大喜大悲了我？躺好了啊，嗯，躺好了，精神麻醉。先生，我躺下了啊。嗯，这回想你，先让我躺下了。先躺好就这么开心了？废话，他麻烦成护士一系列，他得。这人还挺好满足，来，躺好了啊，闭上眼睛，争取让你开心，好不好？闭上眼睛我就开心了。其实我认识您，您不是说相声的孙越吗？啊，认识我，对不对？嗯。你们单位很多人都特别可乐，对不对？是吗？您说说，我听听怎么可乐。你们后台有个烧饼，嗯，对不对？嗯。听说了吗？最近被评为西城区十大美男之首，开不开心？西城区没人了。长那模样，还美男之首，啊，这个不足以让你开心吗？这我能开心吗？能够气死，能够，气死也行啊，也能晕过去。这我能自己晕过去就行。对，只要能晕过去就可以。啊，您再来一个。这个不够是不是？这，啊，过劲儿。好嘞，好嘞。哎，你们后台有个演员叫栾云平，小栾，栾怼怼，啊，这怼人呢？对，栾怼怼。嗯，你听说了吗？嗯，怼人世界锦标赛他拿了冠军。谁办这比赛？有一个题目叫梁山伯与祝英抬杠，你知道吗？可乐不可乐？不可乐。嗯，抬杠有什么可乐？这不逗，这不逗，不逗，啊，这个，于谦，于谦怎么了？前两天烫头烫死了。哟嚯，这早晚。开不开心？有刚有一点那个劲儿。嗯，好嘞，好嘞，有就开始了。您再来点开心的，我听听。好嘞，好嘞，那个，哎。你有一个搭档叫岳云鹏啊，有，这两年不行了，对不对？啊，他电影《鼠胆英雄》没有票房，怎么样？哎呀，这都豁得出去了，确实没有票房，难得自己说啊。这这对我不管用，你要岳云鹏来了，没准能晕过去，你知道吗？你说票房，当时就死了。那个，我要把大夫微信推给你。哎呀，这也不行啊！我再问你，宋老师，嗯，啊，多久没有发工资了？啊，快动手术，嘎，晕过去了。我还有钱动手术呢。哎，没多久醒了。哦，醒了，醒了，那挺好。哎呦，做完了，大夫就问他，嗯，哎，先生，嗯，这个伤口，嗯，缝不缝？多新鲜呐！我躺着都亮着呢，我招苍蝇了一会儿。你们损不损？我躺着亮着，合着我。什么意思？我展示什么呢？我这什么意思？还没缝呢。缝啊！我说话都漏风了一会儿。为什么不缝？为什么？快缝！不是我们这缝呢，有三种。怎么？您能一气儿说完吗？就我这亮着跟你聊，我得。我忘了提前跟您说了，缝有三种啊。这个一种是正常的那种缝，啊，需要我觉得怎么缝都行，需要拆线的缝啊，嗯，好不好？嗯。还有什么？别问了，我就还挺有心气儿，我还乐意聊。还有一种呢是胶布啊，就不用缝。那我当破轮胎了，补上了。没事，还能揭开看一看伤口怎么样？没听说过，这是一种。我藏哪私房钱？我的。还有一种是，我还揭开看看，揭开出来了一会儿，像话吗？这啊，对，取出它的阑尾，您要不要？我不要，我不要。不要啊！还有一种最贵了。什么？五千啊！五千这怎么这么贵啊？这个啊，这怎么那么贵？啊，我呀，我们给您缝一个我们医院的 logo。这。我没收你们钱就不错了，我会好的，怎么样？人有哪儿缝的会好的，我怎么了我？看我这，行，赶快缝，怎么缝都行，别晾着了。缝完了，好了，那不好了，没事，你看，哎，别拍，没事了吧？嗯，这是孙老师的事儿，是吧？我算活下来了啊！标可乐的孙老师的父亲。哎呀，时间差不多了啊。靠我爸爸占点儿呢。孙老师的父亲啊，铁铮铮的汉子，有血有肉。那也不经你们折腾。有血有肉。废话，没血没肉，我爸爸木头。纯爷们儿。啊，废话，我爸爸可不爷们儿吗？
都废话说的，你今天怎么那么多废话呢？您说的都废话，我爸爸可不爷们儿吗？这纯爷们儿，铁铮铮的汉子。哎，行了，别说了，好不了了。我跟他关系特别好啊。嗯、哦。前两天就电影《鼠胆英雄》上映之前，怎么着？他跟人家打赌。我爸爸跟人打什么赌？哎，嗯，我打赌《鼠胆英雄》票房30亿。嗨，吹这牛也就打，哎，就打什么赌了？票房一定超过哪吒，我打赌。我要是输了，哎，你抠我一只眼。我爸爸这不就是自杀吗？事实证明，抠了。眼睛没了，哎，对，好，我爸爸犯什么脏头？眼睛没了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去配眼。这词儿好。我跟他关系好啊。那是。我跟他一起去的呀。但我没你那眼睛丢不了呢。海淀有一个地方叫右眼堂。什么？右眼堂。什么右眼？就只配右眼。哦，左眼不管。哦，左眼不管。哦。就配右眼，很多种，陶瓷的。哦，檀木的，檀木的，怕我爸爸长虫。好，檀木的，不锈钢的，哦，琥珀的，这值钱。我爸大黄眼珠子，铁的，哦，铁的。对了，他父亲呢，为了省钱，怎么呢？选了一个铁的，也结实啊。行吧，结实啊。塞进去，就塞进去了。塞进去了，他那个铁的眼珠子呀，沉，实心的吗？那可不是吗？哦，沉一个得有七八两，是吧？七八两，纯铁的呀。哎呦，没有两天，这右边脸啊，耷拉下来了，坠下来了，就都给压下来了，这不掉嘴里了？就这样，他父亲掉什么嘴里？掉什么？废话，耷拉下来了。怎么那么惨呢？听着，他父亲呢有一个铁铮铮的汉子。我说怎么说这一句？他父亲有一个爱好，知道吗？就这样还有爱好？有爱好，跳绳。我爸爸爱耍流星。哎呀，导致这个眼珠子一会儿上一会儿下，一会儿上一会儿下。对，这边都空了。对，给脑仁得拽出去。这里边都空了，哎呀，没事拿出来看一看，还看看干嘛去？好玩啊！这有什么好玩？怎么拿它抠不好看，知道吗？抠不好看。哎，磕！哎呦！哎，这往外磕，这没接住怎么办呀？好的嘞，再摁回去。哎呀，再来！哎哎。我爸爸真是个爷们儿，那是铁铮铮的汉子。对对对对对。哎呀，打眼眶吞铁球呢。哎呦，行了，哎，拿到手，多漂亮啊！还漂亮呢，你看这眼珠子画的啊，就这么神奇。什么？后面有人。对，没这么看去，干嘛带摄像头？怎么着还吓唬谁呢？这个。哎呀，我写这段的时候没有觉得这么可乐呀。我没想到怎么就同意是我爸爸了呢。原来我说写于老师多好。后面有人。哎，行，后面催你了。塞进去。嗯。好，晚上睡觉啊，他躺着更难受。那是掉脑子里的。当啷。他往后走啊！废话，怎么办？睡觉前需要磕出来，知道吗？啊，又来了！哎，对，我爸爸单手打标，单手接标。行，哎，行，可以了。坏了，怎么了？没接住。哎，对，我说早晚得掉地上，怎么办呢？哎呀，一只眼找不着，找一只眼找另外一只眼。啊。想了一个好办法。什么办法？吸铁石。哎呀，拿一大吸铁石那么大个儿在屋里头，找眼呢。哎呀，
系上来了，系上来了。哎，在这儿了，全是铁砂上面啊。哎呀，那你洗一洗，万一不是这瓶子盖怎么办呀？真是洗的就搁眼睛里呀、啊、你。这么脏呢我去。这重量是差不多的嘛，对不对？那你洗一洗，你消毒。哎呀。哎，我要干嘛来的？哎。啊对对、嗯、该睡觉了。哎。你安进去干嘛呀？放到碗里头啊，你消毒液睡觉。嗯，放在碗里，碗里有水啊。啊，对呀、啊，对不对？他父亲半夜起来喝水，坏了，得改吞铁球了，给喝了。哎呀，喝了怎么办？怎么办？他知道孙悦有认识大夫，对，会好的。李宝田的粉丝。发短信啊、嗯，忙发。咱有一只眼，就不用。哎，对，就不用。这边没了空唠唠的。孙悦你好，你要不张嘴看看？孙悦你好，不行，撤回。高了，我跟孙悦不用用你好。对，有没有眼其实一样的。孙悦，你在哪儿？我的眼睛被吃了。好，嗯，还是我自己吃的。那废话，别人谁下得去嘴啊。我现在很难过。哎呀，左眼欲哭无泪。那是，嗯，都流到右眼眶里了。你说怎么办？嗯，大小眼了、哎、我吧。哎，我可以发语音呢。你早干嘛去了？赶快奔医院，赶紧把医生的微信推给了他父亲。嗯，奔医院了。去吧，奔医院了，找大夫。大夫说：“你这张嘴，我看看。”嗯，拿着牙舌片一压，哎呦呵，看见了。怎么了？坏了坏了！怎么了？下去了。你看，你还杵进去干嘛呀？你要不下，还卡在这儿了就。你牙开道掉下去了，真讨厌！赶紧做胃镜。哎呀，哎，胃镜它是有那个管啊，对对对，那叫摄像头，杵张嘴啊，好了，杵，对，前面小爪子给抓出来，我看见了看见了，嗯，黑的，哎呦还挺圆，哎呀，你拿出来，哟坏了，怎么了？下去了下去了，你又给杵进，杵下了，你老追着他干嘛呀你？到肠子里了，赶紧做 CT，、哎、做吧，照各种照，嗯，大夫一瞧，嚯，你这个没在这个肠子里，没在哪儿呢？已经往下走了啊，行了，这快找着路了，你去。嗯，往下走了。您去肛门科吧。哎，对，哎，肛肠科呗。到那儿肛肠科，瞧一瞧。到那儿脱了裤子。嗯，大夫，您这动作有点夸张了。这是大象啊！您这干嘛呢？扒门帘子呢？过分了，您这有点。那没，嚯，坏了坏了坏了！怎么坏了？我看了一辈子这个啊，今天啊，怎么他看我了？去你！不要再瞎说了，我们的意思就是，你要是觉得不过瘾，我可以跟你走，是不是？没有，这什么？咱一宿多少钱？咱可以说清楚，是不是？您别说这行吗？胡说八道，这台上怎么了？你说怎么了？封箱了是不是？封箱怎么说这个？没有底线吗？不是？谁告诉你的？站台上说什么呢？怎么？你想怎样？我还想怎？你想怎样？我不是我，懂吗？我告诉你，这是你告诉谁、啊、你？这是相声，不是相扑，知道吗？我告诉你啊。得亏是相声，这是相扑，你头七都过了。我不会躲闪吗？躲闪了还？别站台胡说八道，知道吗？这是说相声，站台什么叫包你？站台卖身像话吗？那都旧社会，知道吗？这跟卖身有区别，知道吗？卖身是终身跟人家，我说终身跟人家了吗？
你还憋着终身跟人家呢？啊啊什么啊你？这话嘛，别胡说八道啊！丢人知道吗？给德云社丢人知道吗？谁还在乎那个？什么叫？不是您这话，你这不丢所有后台的，给你师傅丢人知道吗？他都让人包了，知道吗？当然，你看，当然了，他贵，你知道吗？废话。先不说你师傅的问题，先说你。我年轻啊，年轻管什么用啊？站台胡说八道，舔着个大脸，往这站，包我，包我，包我，什么叫包你啊？咱们是个集体。废话，你封墙没事了，我有事啊。打包行吗？什么叫打包啊？包一送一，包谁送谁，说清楚了。名分问题，帮你送我行吗？你看那个要死的样子。那是，他600一年，我比宽带都便宜是吧？你比宽带解闷儿啊？那是，我还打呼噜呢，我还。人送外号小百度啊！玩去玩，听清楚了，小百度还。不再玩笑了啊！别胡说八道啊！三句哈哈，两句笑，逗您各位开心。那是相声演员，刚才我说了，演员的豆是杂货铺，嗯，什么都得知道，无不知百行通。哎，对了，作为一名相声演员，首先得研究，那是研究笑。哎，知道笑吗？笑哈啊，知道笑吗？知道知道。你要知道笑，我很开心。哦，对，真的，我跟你妈都很开心。你给我玩去！我知道笑这是吗？我。哪个笑啊？你说哪个笑？我是哪个笑？别这么委屈干嘛？我接你扣了怎么着呀？各位，你们什么口味呀？都是好看吗？我姐了，加钱吗？加什么钱去？你也缺心眼儿，你见着钱了吗？你那倒是，你有点薄利多销那意思。你哎呀，哇，你解得够快，记得可够慢的啊。习惯。哎，对，职业病。好，哎，研究笑容。笑脸，哎，笑脸，哦，知道笑啊，哎，对，你别看我啊，笑，这是笑。我们说这笑不是贱，这笑跟贱是有区别的，知道吗？有什么区别？这是笑。哦，贱呢？哎，你加一块是贱笑啊，让你见笑了啊！你要玩去，笑，哎，笑容来得快，回去的慢，这是规矩。哦，就这笑脸嘛，来得快，嗯，回去慢。当然了，我觉得还真不知道。我给您做一个表演，表演那个，比如某一观众往那一坐，嗯，听相声，是，呵，说的多好啊，嗯，大胖子孙越，哦，我孙美丽，你看多棒，啊，你提他干嘛呀？我，哎呦，哎呀。我有这么可乐吗？我，哎呀，我吃咸了你们，还乐呢？死了，没完了，这才回去。哟嚯，这才回去。你吓着我，你这笑容来得快，回去的慢。您等会儿吧。嗯，您这有点太慢了。什么意思啊？来，反换个说法，嗯，这个来得快，回得快，不好看啊，不一定，容易把旁边的观众吓跑了，吓不跑，都这么落还整齐，再来一回啊，您来呀，相声说的多好，孙美丽，哟嚯，好看吗？这不好看，这个不合适吧？好，万事万物是一理，是是是，什么事情都是有规矩的啊，对呀，比如说你大街上走着呢，后边有人喊你，就这个回身转脑袋都是有规矩的。
哦，前面走，后边有人喊，这回身转脑袋还有规矩？当然了，这什么规矩啊？先转脑袋，再转身体，这是规矩。先回脑袋，后回身上。没错，是这样吗？当然了。我就没研究过，再做一个表演，咱俩表演，我前面走，你后边喊我，可以，看看我是不是先转脑袋再转身体，没错，这就开始，您前面走着，哎，大傻子，假装没听见啊，谁大傻子？谁大傻子？你不让我喊你吗？岳云鹏啊，哦，喊你大名，你小名大傻子呀，矫情，岳云鹏。转过来了，二傻子，我排去。你也去买药吗？没听说过，傻子我还排在二上，我还得，像话吗？这都是不是先转脑袋再转身体？哎，还真是这脑袋先回来，身体再转过来，这是规矩呀。啊，这是规矩。那打破这规矩怎么样啊？不好看。先转身上，后转脑袋，不好看呢。好看。再来一回。转身嘛。这就开始啊。您来呀，岳云鹏。哎，先转身。我，你走了吗？我还真想走了。我，您有点哟，二傻子，走，躲开我！你落枕了你，好看吗？您这也太僵硬了，这个。哎，话说回来了啊，脑袋身上一块转，更难看了，整齐。这就开始，您来，哎，岳云鹏，我。谁呀？我谁？我有事，我先走了。嗨，哎，没听说过这，不好看吧？啊，自己诈尸了，这是。这都是有规矩的。哦，这是规矩。最简单的啊，就连说话都是有规矩的。哎，说话什么规矩啊？不同环境、不同场合，说出的话来，声音大和声音小，它都是有区别的。这大声小声还不一样。当然了，这哪儿应该声音大？这个饭馆啊，你给我说清楚了啊！我昌平人，有口音。你给我玩去，这是口音的事吗？我这个饭馆，哎，说出的话来声音就大，是吗？恨不得嚷嚷起来，恨不得打起来，才显得那么热情，那么开心。就饭馆聊天，说话声音越来越大，嗯，就这样。当然了，说实话，我也没研究过，没研究，哎，没观察过。这样吧，咱们两个人做一个表演啊，表演什么呢？我来这个饭馆的小伙计，哎，您来这个嫖，您来这个食客。咱们两个人呢，你等会儿，行了，不，都过去了，不过去，咱先弄清楚了吧。我来什么？行，你说错了容易扣钱。我你甭来这，那咱说清楚一点。我来嫖客是吗？你来饭馆的小伙计。你来大鸵鸟，像话吗？你说的我来小伙计，你以为挣得多呢？你以为什么叫小伙计呀？小伙计，店小二，没错。那我呢？饭钱就是食客吃饭的，吃饭的饭钱，哎，哦，这就开始好吗？自然声音就大了，哎，可以，开始啊，来试试啊，吃饭去。各位里边请。哦，这是一饭馆，你看看里边什么都有，嘿，啊，里边有炸酱面，啊，里边有炸酱，嗯，还有面，这不都废话吗？就这么惊悚，各位瞧一瞧。走一走，瞧一瞧，来了！怎么了？来了！这什么？这是我们菜单，随便点，随便看，随便点，随便看，随便看，随便点，随便点一点，随便看一看。你怎么这么贫呢？你习惯就好了。我习惯这干嘛？我这什么？哎，不看菜单。怎么着？不认字吗？你不认字。那怎么不看呢？我吃的简单呀，啊，吃什么？你听着啊，嗯，一盘花生米，二两老白干，三两猪头肉。你怎么了你？够吃吗？够吃啊！好嘞，一盘花生米，二两老白干，三两猪头肉。哎，尝一尝，还真快啊！是不是说话声音大？对。你烦我了吗？我呀，我倒是没烦你，我想抽你了我。凭什么？好，你别来这套你啊！您等会儿吧。您头一句站那一嚷嚷我就知道了，嗯，您这种饭馆解放前，嗯，老饭馆，山东开饭馆有这个喊堂的跑堂的，现在也一样，哎，现在少，过去还炫，在还得，这什么谁头的，真行，这
过去那饭馆是有那跑堂喊堂啊，楼上雅座两位请，都这样。现在不行了，有现在这饭馆讲究什么呀？嗯，叫安静，环境要优雅。是，你这说话别打扰到别人。你什么意思吧？小点声音，小点声。对了，不合适，合适，再来一回。来呀，这就开始。小点声，那怎么了？吃个饭干嘛跟打架的似的？瞧什么呢这？里边请。这是一饭馆，里边什么都有。哇，里边有炸酱面。嗯，里边有炸酱。嗯，啊，这么点事儿还有回音呢。吃点什么？吃的煎。有人来的。有的吗？吃吗？吃的简单。那你得说吃什么呀？你才笑场呢。我多的说这句。一盘花生。我错了。你说什么？这没听见你激动什么。一盘花生米，二两老白干，三两猪头肉。我要不回去了，我够吃吗？这够吃。坏了，警察！哎呦呵，您等会儿吧，您啊，好看吗？废话，改特务接头了，这个是不是？这能好看吗？这个不，那哪儿说话声音小啊？声音小啊！啊，公园里头，公园，两个青年人约会，是吗？恨不得全世界就这两个人听得见，燕语莺声，低声细语。哦，这个公园里青年这个男女谈恋爱。不一定是男女哦，对，两个青年人约会，咱说这个标配就完了。标配就是男女吗？那你说标配是什么呀？高配是什么呀？男男女。怎么人数还不对了？顶配是什么呀？你这别男男男女玩去，女女女男，哎，没听说过。那低配是什么呀？你没有男，哎，对，光棍啊。没听说。说话不加思索。咱这不就是标准，不就是男女吗？行，是不是？行，哎，那就男女谈恋爱。男女谈恋爱。是吗？嗯，燕语莺声。哦，声音小。对了。怎么呢？今天这样吧。啊，咱们两个人表演一回。表演什么呀？青年男女谈恋爱，找一个环境优雅的地方。是哪儿？前面是山，后不是山，左不是山，右不是山。咱俩坐盆地里了。四面是山。啊？嗯。怎么进去的？跳伞。那我不跟你谈了，我得摔死。跳伞像话吗？一般的伞你打不开吗？废话，什么伞打不开，我告诉你，就算打开你也得摔死。你玩去，我给伞都拽直了。甭说这个，就这个玩意。平常说这段没有这个词儿。废话，哪有这么零碎儿？这个没有四面是山的，就环境优雅。哎，有山有水，有河流，没错。那行，好，咱俩谈恋爱。嗯，那谁来男的，谁来女的？我来这个男的，你因为我有阳刚之气。这是尝过的，这是。嗯，那我来女的。啊，因为我有阴柔之美。我就问您一句啊，您到底有什么？都有。你就别跟肉虫子似的扭什么。不，你来这女的不就完了吗？我来女的，女青年啊。好，我来这个男青年。要不算了吧，我疯了，我跟你。你还不乐意了？我疯了，我娶你吧？啊，我怎么了？我多白净？白净管什么用？白净风还白净呢。真是的了，
白不管用啊。行行行，这不表演吗？行，为了表演。哎，对了，完了您来这女的是吧？啊，再商量点事儿行吗？您说，您能化妆像个女的吗？我捯饬一下。你要不把我那假头套给你。您来像个女的，您这来超短裙啊？嚯，腰够高的。啊，您这就像女的了，就像啊。美吗？家伙。您啊，嘿，先别美了，嘿，您把这零件先露出来。哎呦，那有一大姐，你拿诺基亚手机是吗？有摄像头吗？就跟我。是吗？我看看。又回来，这娘们怎么净勾搭人呢？这女的还真给他了。哎，这就是四毛那女的吧？哎呀，您这脸也太大了，我看你。干嘛呢？好家伙了，都塞满了这张屏。谁合影去？没事，你别拉着我，我这没有，这脸搁不下，知道吗？这脸都搁不下，你别这样。完了，不要了，早说呀！你们俩绝对有事儿，我告诉你，不止四毛钱的关系。管着吗你？这就开始啊！您就算女的了啊！咱俩公开约会是吧？啊，这定约会哈，嗯，请咱开始 是不是小声啊？啊，这声音就小是吧？哎，好好来吧。哎，今儿约会，哎，也不知道来没来，嗯。有那么恶心吗？哎呀哎呀哎呀什么呀哎呀，行了，吃足吧，咽了好几口了我的。哎，要不给你退票吧行吗？要脸吗？听到这会儿了要退票？都听到这会儿你扮成这样谁不要脸呀？在去约会，说话。你快点，我自己都嫌恶心。我也是得稳定一下情绪。来了。来了。那个，你闺女什么时候到？你跟我这废什么话呀？我没敢废话，我就是那个闺女啊。你比我丈母娘还寒碜呢吗？你就是那闺女是吧？见面我叫你名字是吧？对。啊，来了。来了。大秃子。你们家那姑娘叫大秃子呀？哦，对，姑娘啊。哦，对，对不起，没记住角色，忘了姑娘，年轻漂亮，对对对。来了。嗯，二秃子，二秃子也不行啊，年轻啊，最近那不行，人家是个姑娘，这个名字带个花啊，带个草啊，好听点的名字呀。叫您长这模还带花带草呢，多新鲜呢！我天，难为我有点，带花带草哈、啊，来了，来了，菜花，你们家那姑娘叫菜花啊？您知足吧您啊，这白花花这一片可以了，看看。菜花土豆，谁这爷们叫土豆啊？我都菜花了，你凑合着吧。我俩蔬菜谈恋爱呢，这是。菜花土豆，那什么，嗯，芹菜最近好吗？嗨，这不跟胡萝卜好上吗？哟，那辣椒多生气。你搁这吧啊，你掉菜地里了，你先进来的。对，出菜花土豆。我问你，嗯，你爱我吗？我爱你，我要
不爱你，我是茄子。哎，对，你出不来了你。你都爱我什么呀？我爱你工作积极，学习努力，天天向上，爱帮助人。你还爱我什么呀？想不起来了。那要既然你这么爱我啊，那咱俩下月结婚吧。谈到这个话题了吗？我也是没辙。结婚就结婚。那下月结婚。嗯，拉钩拉钩上吊100年不许骗你。你躲开我。你给我这撒什么娇啊，你给我这是不是说话声音小？您等会儿吧您 啊您这种形式啊我也早瞧明白了。嗯，60-70年代啊，青年男女谈恋爱都这样，躲着没人的地方莺声燕语小声的。现在也一样。现在不行了，现在这90后走大街上拉着手抱着就啃，说话大点声，能怎么着啊？不合适。谈恋爱你又不是干坏事。再来一回。声音大一点。这就开始啊。哎，自主吗？不废话，张扬的个性吗？对不对？您这也太张扬了。哎，来了来了。菜花土豆。菜花土豆。菜花土豆。菜花呢？包圆了。土豆了。跑着卖菜来。你先卖的菜。菜花土豆，我问你怎么着，你爱我吗？我爱你呀。我也不爱你，我他妈茄子呀。嘿，哎，你都爱哥们儿什么？我爱你工作积极，学习努力，天天向上，爱帮助人。你还爱哥们儿什么？老娘想不起来了。嘿，我告诉你，哎哎，鉴于你这么爱我，怎样？哥们儿给你个脸啊。哎，下月结婚。结婚就结婚。结婚谁怕谁？拉钩拉钩上吊，100年不许变的。讨厌，去你的吧。大家，这是我们今年的封箱演出。嗯，一场接着一场，已经有很多节目陆续的演完下去休息。对，刚才我师父郭老师还有这个于老师，嗯，给您说了一段。我们两个走上台呀，发现还有人送礼物。对，特别诚惶诚恐。是啊，我们何德何能能够接受大家的礼物？对，我们发现有那么7-8个人送礼物啊，全场好几千人哈，都是敲张云雷来的啊。没关系，大家喜欢的是相声，嗯，对不对？我们争取把好节目奉献给大家。对了，当然了，我们两个走上台之前看了一下手表啊，嗯，就是哎，我这摘了摘了，已经11点多了，我们觉得很有可能大部分观众已经累了，有累了的啊，坐的时间长了肯定累了。没关系，嗯，没关系，您可以上一个厕所呀，出去待一会儿透透风，抽根烟，对，这都没关系啊。我们慢慢说。哎，那个给真走啊，真听劝。哎，走没关系没关系啊，我们后边还有节目，还有呢。对，大封箱一定让大家开心，一定要让大家觉得今天买的票值。哎哎，谢谢谢谢。沉痛的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老师。封箱封箱，吉利点行吗？干嘛沉痛 啊隆重的介绍一下孙老师。甭客气，太往前了哈。对，我师父习惯说相声往前站，我们习惯就是离得近啊。对，暖和，嗯，孙老师挺棒的一个演员。您捧我了。相声说的有年头了吧？也不短了，20来年了。20多年了。口齿伶俐，表演大方。您捧我。那是郭德纲。去你不是说我吗？您也不错。您说说我。您的口齿也很伶俐。哎呦，表演也很大方。您捧。而且据我听说啊，你们这些个相声演员有一个特别好的优点。什么叫我们这些个相声演员？对呀，啊，你不是相声演员。我不是，说相声多没劲又不挣钱。他呀，你等会儿等会儿，听说你等会儿，不是说相声不挣钱，你不是相声演员？当然了，演电影的是吧？啊，是谁演电影？你演电影也不什么好评，反正。你不是你什么演员？我听听。啊，我是一个戏子儿。戏
戏子儿。对，我瞧你可不像戏子儿。那我像鸡子儿。什么叫鸡子儿啊？就是鸡蛋呐。不用你描绘那么清楚啊。不是，你什么叫戏子儿啊？唱戏的。哦，唱戏的。啊，对了，俗话说得好，说你们无情，我们无义，是吗？说的都是你们，都是你们，都是你们啊，跟我没关系、啊。说我们戏子无义是吗？不，我们友情。友情 啊。唱戏的。您还唱戏呢？对了，我还真不知道。我嫂子好。什么意思？嫂子好啊。我介绍给我是怎么着？不是你听你嫂子干嘛呀？介绍给你干什么？不是说的挺好。嫂子，能发出声音的，嫂子。他这话说的，那嗓子。嗓子。对，嗓子。嫂子，发出声音就别连着说啊。不好。嗓子好、啊。嗓子好。嗯。那您是唱什么戏的？京剧。河北梆子。河北梆子，表演艺术家。哎哎，要点脸行吗？要他干什么？豁出去了。不是，您怎么就河北？你才多大岁数啊？73啊。谁呀、啊？我呀、啊。哦，你是不是觉得我很嫩？嫩是没瞧出来，你有点要烂。你就是你怎么了？你这漂白了是怎么？没有，就是今年啊，73岁。谁？你、啊？表演艺术家。不是我，您73了。对。你说这，坎儿您家待着不好吗？这大冷天的干嘛？今儿刮风呢还。刮什么风？不是你上我们这儿干嘛来了？跟你们这些个臭说相声的在一起。你给我好好说话啊！跟你们这些个相声演员在一起聊一聊。偶尔你们在台上也会涉及到戏曲，对不对？哎，这话对。哎，我们也爱就学个京剧啊，学个戏曲。你们有师承吗？哎，有。我们也有师承啊。哎呦，您还有师承呢？银达子。哦，谁？银达子。哦，老艺术家。哎，对了，他叫银达子。哦、那你叫？铁达子。我倒闻出铁锈味儿来了，你看，您还铁达子？哎，不是，那您跑我们这儿就是为聊聊天？对了，别介呀。就是我们封箱啊，您来了在这儿给我们唱一出，唱一出《锦上添花》怎么样？来不了。怎么来不了？我借这个儿怎么来啊？对不对？各位谁见过？您嘴里有什么呀？这是？什么也没有啊。什么叫我借这个儿？怎么着？就是我借几。这嘴能唱梆子吗？这个？怎么不能？我自己来不了。您自己唱不了啊？您什么意思？怎么着也得有一个跟我配的呀，对不对？两个人配起来才能够完成一个艺术作品。您说这话，你看过一个人的电影吗？你最少得俩人呢，对不对？您俩人那叫视频，那也不叫电影啊。不是，您这意思就是得跟您配戏的啊。得了，反正您也在台上，我也在台上，我给您配戏怎么样？你唱什么的呀？你知道我唱什么的呀？您唱什么呀？我听听。我呀。你什么行当？青衣，女了女气的。哎呦呦呦呦哎呦哎呦哎呦！73了啊？这还这样呢？怎么着了？人家白着呢。那是。啊，您是唱青？哎，行，嘿，老艺术家，嘿，这白白的。您唱青衣的，对，那正好咱俩不冲撞。怎么着？我是唱这个老生的。老生不行。老生？你怎么可以老生呢？谁老？计划生育，你得管一管，对不对？虽然现在二胎放开了，但是你老生呢？我老生孩子呀，我。你不是老生吗？不是那个，就是虚生。对呀、啊，需要的时候再生，是不是？我还有时有点儿，我还。嗯、啊。不是胡生，胡生也不行啊。胡生怎么可以呢？你有点戏精的意思了。不是那意思，就是我这个行就是长胡子的中年男人。我明白了。您明白了。我们是青衣。对。你们是长胡子的中年男人。没错。我喜欢。您。咱俩合作一回。喜欢我的行当是吧？喜欢。哦，那行。咱我给您配个戏怎么样？可以。因为我跟您学习啊，我业余。这话我爱听。您爱听这个。你跟我学习。我跟您学习。你挑出戏吧。别我您挑。我会的太多了。
您听我听听，我说一个你不会，说一个你不会，说一个你不会，你气性又大，到后台扎马桶里撑死了，赖谁？对不对？我怎么是撑死的呢？我就不能是淹死的？我就马桶不冲是怎么着？你这还？你说 你都没听过？不是，你说我听听。梁山伯与伏地伯听过吗？这是新编历史剧啊，这是。这没听过伏地魔怎么还要这？你都没听过。哦。寡妇门前是非多，听过吗？一个光棍激情的一宿，听过吗？您说这是艺出啊？啊，这是什么戏啊？这都是，您别胡唱了。不是这么着吧？反正我挑我会的来。嗯，应该您是艺术家73了，您应该什么都会是吧？那当然。那我挑我会的。好，咱们来一出这个梆子，咱们来一出《白蛇传》。好，对吧？真会挑戏。那是。《白蛇传》。哎，我来白蛇，我青衣啊。对不对？哎，我来白蛇，你来转，咱们两个合作一回，好吗？我转不了，我转我得晕了，我得。按字面解释啊，不是贪吃蛇吗？谁玩贪吃蛇了？俩人跟台上吃豆玩，是怎么着一会儿？这像话吗？这都。咱俩去了拐弯，你谁去了拐弯？我能去了拐弯的吗？我弯个腰都费劲，我还去了拐弯？我还。那你这么大脾气干什么？废话，你不难为人吗？这不。弯不了腰就弯不了腰吧，你急什么？您别胡解释。你看那个样子，我连腰都弯不了。我是那样吗？不是，您这白蛇不假，您来这白蛇。那你来谁？我来转不行啊。你来谁？小仙儿。我老实，我许仙。许仙是小生啊。许仙有胡子吗？许，哎呦，还说对了。业余了。还真对，真。哦，小生不行。那换一种换一种，我想想啊，哎，咱来一出《秦香莲》，哎，怎么样？这个好，我来韩琦，我拿着刀追着你，怎么样？咱们杀庙那一折，怎么样？韩琦杀庙，韩琦杀庙，你来韩琦，对你来秦香莲，你追我，你领着俩孩子前面跑，知道这是唱戏呢？那不知道呢？你不耍流氓呢？我长这么好看，这么紫米，行了，紫米那是元宵，知道吗？再说了，我得提了俩孩子呀。递了俩孩子，您领着。我领俩孩子呀，你们后台有孩子吗？得看什么标准了。你看谁像孩子？后台倒是没有孩子了，可能是。后台反正都成年了啊。这来不了。来不了啊，这些来。跟你这么说啊，我也不怕露怯。嗯。我会的不多。嗯。我再说一出。嗯。会就唱。嗯。不会鞠躬下台。好好好。行吧。好好。咱们来一出这个。风和湾什么？风和湾呢？鞠躬下台。哎，不会呀！回来。我们挺好一风箱来唱戏，这个搅和了。不是您不会？要脸吗？要脸吗？一个个的。没有脸。我的天哪！不可能啊！这钱怎么可能？你不可能，想多了你。下来怕回不来了。嗯，不是你干嘛你啊？全世界只有一个岳云鹏啊！干嘛去？不是别累着我啊！你还是有这心。不是您等等，您不会是吗？不就分河湾吗？啊，对呀。跟您开个玩笑，分河湾来吧，唱吧。哎，别，怎么就唱啊？嗯，这分河湾这戏太大了。那怎么着呢？咱们掐头去尾，不唱当间儿。别唱了，唱什么？就唱当间儿啊。当间戏猴。哎，闹窑这一折呀。闹，您怎么了？您什么窑？是破瓦寒窑啊？对，破瓦寒窑。你让我稍微的激动了一下，那个73了还有这心呢？他是有角色的吧？多新鲜呢！你什么戏没角色呀？你来谁？我来谁？就两个人物，嗯，一个薛仁贵，一个柳银环啊。好，因为我是老生，我来这薛仁贵，我来柳银环，来柳银环。咱们两个什么关系？夫妻呀，夫妻两口子。哎，对。我告诉你，姓孙的。怎么着？就这么一会儿。干嘛呀？唱完了你走你的，我走我的。哎呦，你别拉着我上你们家过日子去！我告诉你，我可生不了孩子。你生了我就掐死他，干嘛憋着讹我呢？就这么一会儿，就台上这一会儿，行行吧，行。但是咱还得说清楚了，你们的那个后台有没有装过？装？我们后台老死人是怎么着？什么叫装过？就是你们行话管那叫兽医。你们行话，
什么叫寿衣呀？这舞台上穿的花花绿绿的，那叫行头。行头有没有？行头没有。那怎么办？不穿了，不穿了。好，对。哎！好。你以为你拦得住我吗？哎，等等，哎。你们73了，这还这么沉不住气呢，非得把这解开。您等等，您等等，不是咱花钱不是看脱衣的？你自己说的不穿了，谁说不穿衣裳了？那怎么着呢？不穿行头了，就穿这大褂素身唱啊。那行，行，你说明白了我，对不对？我说的还不够明白，这说清楚了吗？您真行，这么功夫仨扣都解开了。哎，不对呀。您解扣这么快，系扣怎么这么慢呢？您是唱您平时就光唱戏吗？这是，啊呀，累了这是啊。行行行，您赶快系上，赶快系。那时候系得上吗？哎，宋老师，你看，啊，这个扣得这么系，看见没有？你系个试试来。哎，系上了。我们都这么系。这还真不会这个，那你让到这技能啊。行行行，咱就素身唱。行行 行，完了还得说一声啊，嗯，这个锣鼓场面没有，那怎么办？用嘴来，拿嘴学。您上场我的家伙，我上场您哪家伙？可以可以，行吧。那个有帘吗？什么帘？帘干嘛用？你看夫妻戏嘛，你不得有帘吗？咱俩后边忙活完了，窗帘一打开。您等您等着，后台忙活什么呀？没明白。你憋着生孩子呢是怎么着？我生不了。我知道啊，这跟什么那叫帘儿 啊，那叫大幕。对呀，啊，大幕一拉开，不咱们两个相声舞台没有大幕。再说咱俩中间唱，不要，不要大幕，不要大幕，行吗？行。完了，那个咱把桌子搬往后搬呗。干嘛搬桌子？分出前后台了呀，啊。桌子前面为前台，桌子后为后台。这边上场门是这边下场门。可以，行吗？可以，咱搬一下桌子。可以。来来来来来啊！回来。就摔倒了，你知道吗？不是得搬到后台去吗？谁让你蹦，就搁这儿就完了吧？真行啊，这哎，荡漾了，搬的。怎么了你？我觉得你风油精，我觉得。可以可以，我去拿把椅子去啊。我去拿吧。我来。我去拿吧，老师。我来吧，挺累的，我来拿。我来吧，下次把这爸割头了。光动嘴儿啊，啊！行，来吧，来。这废话，不是我来，我都搬完了，可不我来吗？怎么唱？来，完了那个，区分一下角色吧。怎么区分呀？我这个模样不像是一个柳银环呐，您对不对？你怎么也不像。我捯饬一下。还捯饬一下，哎，您怎么捯饬？你说这两步跑哪儿不像啊？哪男的这么跑啊？咱也不是这哟，您这腿脚可不像73的，是不是？那是那是，啊，您这就是包上头就像，这就像个柳银环了。好家伙，就像那没见过电的那个，哎呀。说实话，真没瞧出像柳银环来啊！哎呀，来，那儿有求婚的了，尊老爱老的那儿有啊。我知道你什么脾气，我跟你结婚。是你这门有接触就不错了。我知道你脚臭不脚臭，腋臭不腋臭的。哎，等等等，你瞧您这脸大的，我天，就跟那削了一半的土豆似的。行行行，咱归后台啊，归后台。您上场，我打家伙。咱们这就开始了。咱开始，先叫板啊。错不了。先开始叫板啊。哎，
叫吧，叫啊，叫，不是叫啊，我说拉个帘吧，你等会儿，你等会儿，叫什么呀叫？啊，你说叫什么？不是叫，叫板。去你的吧！往心里去了还是？叫板啊！板！板！板呢？出来出来出来！那儿！叫板就板呢？那怎么着呢？词儿有词儿。什么词儿？丁山儿该来了啊！不是老词儿吗？不是打这儿开始唱。我知道了，你知道你唱，你着急呢。丁山儿该来了，丁山儿快来吧！你是不是死的冤呀？你死的冤？你喊魂儿呢你？啊，不是干喊呐，不是这词吗？干喊不，你得有韵，有什么？有韵。我也不要，你放心，我游不了，我没那设备呀。废话，你有那指标吗？你像话吗？这都我还行，没问这个，有戏韵，戏韵什么韵？你得唱出来 啊！你得这么唱 啊！丁山儿哦，该来了哦，你得唱出来呀、啊！你看过直溜黄瓜吗？那还好呢，还怕是没见过。嗯，您抢着唱啊！丁山儿哦，该来。评评理，你怎么了？我当时这么好看，这么直命，你拿他挡着我，像话吗？这都像话吗？不是您懂不懂啊？谁不懂啊？您这句是闷帘倒板。什么叫闷帘倒板？您在门帘后边唱，还没出来呢。啊，这是个门帘子呀。好比是门帘子呀，竹帘子呀。你管着管不着你，唱不唱？你这个好好的闷帘倒板。丁山。你干什么？你怎么摸我脑袋干嘛？我就你讲理不讲理？我怎么不讲理了？这是什么？这门帘啊！我扶点门框啊！丁山，你想想，肉门框是怎么着？没有这么多零碎，唱你的，真行。丁山儿哦，该来了啊！抬的令抬令令抬，咚里个隆，咚里个隆。咚咚里个隆的隆咚里个隆的隆咚里个隆的咚。丁山儿哦，抬了啊！抬的令抬令令抬，咚里个隆，咚里个隆，咚里个隆，咚咚咚里个隆，咚咚咚里个隆的隆的隆的咚。抬的令抬令令抬，咚里个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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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隆，咚里个隆的隆，咚里个隆的咚。回去！你这干嘛呢？一趟一趟的，前面有偷拍的。转身转的够利索的，不是干嘛？前面有套狗的是怎么着？你跑什么跑你？不是，那我应该是怎么到这儿？你有四句唱呢，
哦，还有唱呢？废话，什么词？不是您会不会？哎呀，时间长忘却了。也难怪73了，我提醒您吧啊！我的儿分科班前去打雁，我的儿分科班前去打雁。嗯，第二句，天到老这般时分不见回还。第三句，响声来自在窑门以外。嗯，等我的儿回来，好把饭餐。这个餐是就是吃吃餐一样，错不了。你告诉他错不了。哎呦，儿啊，跑得还挺快。那是谁你那么快啊？咚里个隆，咚里个隆的隆，咚里个隆的隆，咚里个隆的咚。我的儿分河湾前去，笑什么？前去打雁，天到了这般时分，不见回还。将身儿我坐之在摇了门那一里，外边冷呀，外边一里摇了门那一外，立个冷，等我的儿他回来，好把饭吃。餐，你不是吃餐一样吗？那也得餐。行，吃西餐，那还吃西餐呢？打家伙啊！妈！你都缺了氧了，你也得拉这弦儿是吧？你为何不断的歇我？不废话，有完没完呀？你知道不知道规矩啊？什么规矩？什么规矩你不知道？什么规矩？我一张嘴你就别拉了。我拉的时候你别张嘴啊！不是，就赖我了，我拉完了你再张嘴啊？这就可以了。我一张嘴唱你就别拉弦儿了。再说我跟您打手势了，这什么意思啊？让您打住，让我打住啊！我以为让我拉七回呢。你好不了你。拉了，拉了一个，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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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个打。薛仁贵做事太短那简单，调令箭射万通之命然黄了船。他的福相儿难得也见。他的母相儿是泪连连，正催马来用瓦看，见一大嫂左右我前摔等脸，下了马见了大嫂你呀当啊先。哎呀，我这死在弦儿上。啊，大嫂请来见礼呀。我怎么了？我就讨厌了。啊，大嫂，请来见礼呀！讨厌！我怎么这么讨厌呢？啊，大嫂，请来见哪里？讨厌！你讨厌，你讨厌，没打着。也就你这小心眼啊！我跟你过来，你过来，你过来，不是打着。行了，你这干嘛？你坐饼铛上了你？你搁这唠什么呢？这唠啊？那怎么着呢？我这给你见礼呢，你说话呀？我还得说话呢，多新鲜呢！那有什么词儿？还礼了，还礼了！这位军爷放着道路不走，失礼者为何？行，不许再歇我。废话，你说对了啊。啊，大嫂，请来见礼呀！啊，还礼了，还礼了！这位军爷放着道路不走，失礼为何你？我是不是迷路了我？
啊，敢问大嫂，此地什么所在？北京市。谁告诉你北京？龙门郡。龙门郡。此庄呢？北站。北站行吗？那好听啊，还北站还得。北京展览馆。没得，行了，机器人了这。大王庄。大王庄。大王庄大厅里人不知大嫂可曾知晓啊？有名的便知，无名的不晓啊。提起此人，大大的有名。大王的职业问的是哪一家呢？哎，薛仁贵之妻，哎，刘世英的还。你把我都弄忘了。嗯，你问哪刘印换墨？哎，这人是他洗澡去了。别唱了，你把我都弄忘了。让人鬼情未了，表演者岳云鹏、孙越。谢谢，谢谢现场的朋友们热情掌声，非常的感谢。哎，啊，今天，哎，啊，别耽误时间啊。啊，下地上等我啊。我现在就想鞠躬下去了，你知道吗？哎呀，万万没有想到，我先跟大家聊几句啊。是，今天这场演出是跨年演出。对，也是我跟孙越2020年第一场演出。我们这一年就演了一场。第一场大型演出。对对对，前段时间我们去小园子演了几天。演两天啊，特别开心。今天跨年，刚才这个孔云龙啊，给大家，孔云龙还有我师父于大爷，三位给大家说了一段传统相声《斑马罐》，完美啊！说明什么？说明明年要捧三哥了。是，哎，掌声送给三哥啊！恭喜三哥，恭喜三哥！三哥真好，是。哎，今天演得非常好。我们后台有这么一句话，叫做“接火不接泥”。对了，是什么意思呢？就上一场特别的火，我们愿意接，我们愿意上来演。是，上一场演得不好，我们就说实话不太愿意上来演。但是老先生忘这么一句话，嗯，接炸怎么办？接炸上医院啊？都炸了还怎么着？人家上一场太火爆了，太火爆啊，简直跟爆炸一样。老三们谁都没想到啊！是啊，我们在后台如坐针毡啊，就是演也不是，不演也不是。是，王海告诉我们，你们只有10分钟的时间。太可怕了，嗯。你比如说，我们演30分钟，跨年跨在我们身上，那不行啊，对不对？对对对，你不。不，大伙儿别忘了，德云社姓郭呀，对不对？赶快抓紧时间啊！抓紧时间，把正事儿办啊！直接给大家表演节目啊！嗯，这个节目的名字啊，还不改，还叫这个人鬼情未了，只是我们快点说好不好？这个我们每个人呐都有害怕的事，一会儿口风都变了。啊，您再来一遍。这个每个人呐都有害怕的时候啊，人有一怕。对对对，嗯，有的人怕高。我怕高。哎，有的人怕水。哎呦，还有的人呢怕火。是，就比如说我就怕火。你怎么怕火呀？因为我不能再火了。您再火就是火化了。啊，每个人害怕的点不一样。是是是。哎，我们后台很多演员都害怕栾云平。我怕小栾。哎，栾副总，因为他负责派场啊，分钱啊等等一系列的这个业务，他有实权。有实权。嗯嗯，特别的厉害。是，但是栾云鹏什么嘴？该三哥火呀。你敢说错栾副总的名字？但是栾云平啊，啊，也有害怕的人。他怕谁？害怕我师父。哦，怕你师父。因为整个德云社都是我师父的。师父老板。我师父也有害怕的人。怕谁呀？怕我师娘。哦，怕媳妇儿。我师娘怕郭芬阳。我怕儿子。哎，郭芬阳怕郭麒麟。那郭麒麟呢？分他财产。哎呦呵，家庭不和了。对，哦，后台对词没有这句啊。这个我不让说这句。人人都有一怕。是是，但是更多的人呐害怕鬼。哦，鬼神之说。我想问问今天在座的各位，有没有人见过鬼？你们见过怎么来的事儿？我就没见过来不了了啊。哈，
在后边。其实这台是点阴森、啊、没有，你三哥火了怎么会阴森呢？啊，是这个没有鬼，没有，谁都没有见过鬼。哎，对，有这么句话说得好啊，您说世上本没有鬼啊，死的人多了就有鬼。我听得像个老话啊，世上本没有路，走的人多了就有路。哎，对，有这么一句话。是，哎，这个确实是没有鬼，更多的都是人吓人，人编，对不对？我们小时候啊、嗯、在我们小时候都干什么，小时候于老师的小时候别耽误时间了，就好嘞，说说，没有外沙花了 啊，没有外沙花，没有外沙花了，是，嗯，那就不可乐了，对，本身都不可乐。嗯，这个在我们小时候都听过很多的鬼故事，哎，都有，对不对？躲被窝里听鬼故事，哎呀，吓出一身冷汗，那种感觉是特别的好。哦，就比如说厕所里的灯，听过吧？灯怎么？哎，拿那个墩，没有回去听见，拿那个墩布墩，哎，墩着墩，发现那个墩布那个头是个人头，哎呀，特别的恐怖。还有对面楼里的姑娘，对吧？楼里的姑娘，哎呦，还有孙府的一声惨叫，这都是经典的这个鬼故事，听起来特别的。你等，不经典，前面那俩我就不管了。怎么还有孙府的一声惨叫？这什么意思？孙府的一声惨叫，怎么还指名道姓呢？这肯定是你们家的事儿啊！多新鲜呐，对不对？我问你什么呢？别那么多废话，时间紧要啊！这个。这词儿有这词儿，这有什么废话？有这句，是这么回事。孙老师他们家呀，住在北京，多新鲜呢！北京的四合大杂院，你知道吗？他们家呀，院里太乱了。四合大杂院本身是个四合院，嗯，他都租出去了，变成了大杂院，分租了给。哎，后边那一排，嗯，哎，你住里边，我父母住中间，哦，这边住刘大爷，这边住刘，哎，怎么还刘大爷？刘大爷跟你父亲特别的要好。老玩伴，哎，老玩伴，原来在一个单位工作，老同事，哎，大叔不愿意听是吗？要不我喊三哥行不行？马上就可乐了。好啊，等你回来啊，等你回来。刘大爷，老邻居啊，老邻居，老跟你父亲关系特别的好，是。但是刘大爷有一个问题，什么问题？不会说话。哦，失语了。哎，对，失语说话，哎，就不用学，不会说话，是经常跟你父亲在一起，嗯，喝茶喝酒，哎，下棋唱 K， 天天在一起。你哪是吗？哎，那你怎么唱？有那个专门唱啊的那个歌吗？对不对？这什么歌这么费劲的听？不，时间，然后你这有电是怎么着？就跟你父亲天天在一起，他可以放旁边鼓掌啊。啊，就我父亲唱他鼓掌。对了，我带着粉丝去的。时间长了，你妈妈受不了了。呵，我妈妈。对，你妈妈受不了了。啊，嫉妒他们俩了。有一次，他们俩人，哎，手拉手回来。你怎么把手拉手还来？你妈就生气。那大老头子，你。嘿，这是我妈，这是我哥呀，这是。嘿，妈呢？女的细点声。干嘛呢？啊，干嘛呢？过来，来，咱俩吵架来。干嘛挑衅呢？这要 battle 啊！老刘啊，悄不声就回屋去了。老刘，赶快撬吧，走，哎，走开。刚才忘说了，这个老刘啊，跟你父亲沟通的方式很简单。什么简单？摩斯密码。这比说话还累呢。摩斯密码，敲墙就可以。哦，敲墙啊！你父亲回到屋里，跟你母亲开始吵架，吵着吵着吵不过他。谁吵得过女的？男人吵不过女人，这是永远的硬道理。是。怎么办呢？赶紧喊隔壁的老刘，就敲墙。您等会儿吧，他说话都吵不过你，找一个是不能说话的。老刘有方法，老刘有方法，大敲墙，大个琴的意思是我媳妇正在跟我吵架，我吵不过他，你赶紧过来。摩斯密码啊，你赶紧过来帮我。是。然后老刘那边敲墙，大大个琴的意思就是我已经脱了。你谁问他了啊？这边赶紧敲，大，你脱了穿上也得过来，真费劲。这边大，那意思是我脱得很干净。还裸睡还，一会儿老刘就过来了，穿上，禁不住你爸爸的诱惑，禁不住你爸爸的一直喊他，你知道吗？还诱惑过来了，哎，穿一跨栏背心，小裤衩，拖鞋往门口一站，就这样就来我们家啊？开始敲墙，大，站门口还得敲。大概琴的意思是跟你母亲说话，和我妈说，你父亲旁边翻译，嘿，老刘说了，嗯，我这样的男人世间少有，哎呦呦，如果你不要，有的是人要。你妈一听生气，更生气了。是，滚！你们俩给我滚！老太太急了。哎，你父亲搀着老刘站在院里头。这会儿院里头下起了瓢泼大雨，老天爷下雨了，电闪雷鸣。哎呀，站在院里大喊一句啊，
就这会儿天空中出现一道新型的炸雷，给这俩人劈死了。这天公作美、啊、哎，孙府的一声惨叫，我爸爸让雷劈死了。哎，你跟你父亲关系特别好啊。啊，怎么着？ 你是你父亲的亲儿子呀，多新鲜的，天天想他，天天想他啊，这叫什么呀？思父成疾，好词儿。想病了，我有一次你自己在家睡觉啊、哦，我自己啊，媳妇呢回娘家怀孕了，对，自己在家睡觉。哎，等会儿，我媳妇儿，嗯，回娘家怀孕了，嗯，那还回不回我这儿了？回你这，她是先怀的孕，后回的娘家。哦，回娘家养胎啊？对对对对，说清楚。时间的关系，我想紧凑一些。你别紧凑，去、啊，紧凑我快离了，知道吗？回娘家怀孕了，嗯，就剩你一人在家睡觉。我一人了。你父亲回来了。啊，嗯，你天天想，天天想，他回来了，魂儿回来了，魂儿回来了。哎呦，我爸，梆梆梆敲门，他一进不来，他敲门，因为门锁着呢。嗯，哎，他有一个门栓子，大宝宝啊，门栓啪，是我们家不是鬼就是妖，蛇精变的。啊、一会儿你爸爸想一办法啊、顺着门缝就进来了。您等会儿，您等会儿，干嘛？这是肉虫子，这是。他得蠕动啊，他得顺着门缝。那你敲什么门呢？有这能耐？他得进来呀。你进去是哪儿进不来啊？你从油烟机也能进来，知道吗？这什么孩子？说自己的父亲能从油烟机回家，这什么孩子？废话，你那你敲什么门都灵体了，这那怎么？你半夜做饭怎么办？一个你爸吱吱回去了，我给我爸爸抽出去了，没听说过。你爸爸刚要回家，抽油烟机里。脑袋，你这一个，你爸爸，对，我爸爸跟那菜味走了，顺着门缝就进来了。哎呀，行，哎呵，皮影戏，真难受，头还挺晕。废话，瞧瞧我颈椎不好是吗？进来之后就扒拉你，还扒拉我，所以这、这是抽我，这是扒拉我呢。起来，起来，嗯、你睁眼一瞧，哟，啊，看见你爸爸了，看见我爸爸，我就问你，怎么着？你这会儿怎么样？怕怕不怕怕？我是一人在家的吧？一人在家呀。我是叫怕怕怕不怕？不是你羞臊什么？我们俩合作那么多年了，没有见过他这么羞臊过。我觉得于老师他们就够过分的了。你什么叫什么怕怕怕怕？什么意思？我真学不了这玩意儿。我就问你怕怕不怕怕？问我怕不怕？怕不怕？怕怕不怕怕？因为我岳鹏什么玩意儿？这我岳鹏走的是可爱路线。行，干嘛叫拖着？不是，害怕不害怕？这应该不怕我。对，那是亲爹呀、啊，那不怕什么呀？肯定不害怕呀、啊。虽说是没了，但是那也不怕，是不是？赶紧揉揉眼，嗯，掐一下自己。哎呦，是活着的，是自己是活的。哟，真的，您怎么回来了？啊，回来了。再看他爸，嗯，那什么，我跟你说点事儿。知道吗，宝贝儿？我爸爸瞎了是怎么了？干嘛这样？干嘛摸骨呢？给我，那什么，宝贝儿，那什么，嗯，你先把那红裤衩给我换了，好不好？红，我本命年死的爸爸。对，因为他死人他怕红。哦，我穿的红裤衩。对，你穿一红裤衩，赶紧、哦、红裤衩一脱。哎呀，行，哎，跟你爸爸聊天，还得聊。爸爸，您怎么回来了？嗯，我主要跟你说点事儿。说什么事儿、啊？下次烧纸的时候啊，嗯、多烧点儿。我没钱了，咦，在那边买东西太贵了。那不是多贵啊？它非常非常的贵。你说说，是不是老刘？你说你贵不贵？哎、你等会儿，怎么还有老刘呢？老刘也来了，老刘正挤着呢。嘿，这俩形影不离了，这俩。哎，老刘站在门口，那边买东西太贵了。是啊，一碗拉面18亿，哇，加个鸡蛋3亿。一鸡蛋3亿啊！共享丧车，你等会儿2亿，你等，一扫码就2亿，等，共享单车，在那边就是共享丧车，哦，丧车都共享，哎，一扫码2亿，押金还得100亿，到现在那100亿都没退我，退你干不了别的，哎呀，太贵了，是太贵了，孩子，下次烧纸收、多烧点，哎，行，我多给您烧，答应爸爸，对，好不好？哎，行，
答应答应，哎，行行，我多给您烧就完了。还有什么要求？还有什么要求？说起这个扫码，我就特别生气。买扫码啊？你下次烧纸的时候啊，嗯、你烧一个，你多烧点手机好不好？啊，你那边还要手机呢？要就要手机，我要那新款的那个指纹解锁的，好不好？哎不，新款都面容，面容解锁不行。怎么呢？我当时给你刘大爷被雷劈的时候啊，那个脸劈没了。哦，这俩面容解锁不行，无脸男俩。哎对。哦、哎，只能那个指纹解锁，这俩不要脸，好不好？嗯、啊、听见没有？嗯，答应爸爸。好，答应了，答应了啊！老刘，你说两句。老刘说，打还敲呢。你刘大爷说他也想要。哦，他也要手机啊。嗯，老刘，你说什么？说什么？老刘打。老刘说那个他想要个粉色的。啊，这个老少女。嗯、要粉色，还有重点，你烧手机的时候烧点充电器、啊、耳机什么的。你知道吗？你那脸都劈成那样，你要耳机干嘛？啊！许我不要，不允许你没有。哦，这配置啊、哦！那当然了，行，这是必须的呀。是是是。啊，行，我答应您。还有什么要求？还有什么要求？那个，你烧点这个电影的硬盘。哦，看盘。哎，烧点电影的硬盘，还有是那个碟片什么的。哦，看。烧点那个烂片，好不好？您等会儿。越烂越好。您等会儿。越烂越好。这烂片谁看呢？鬼才看呢，是吧？行，找着市场了。哎，特别好，特别好。哦，行，爸爸，您在那边住的怎么样啊？啊，住的环境忘了跟你说了 啊，我们在那边住的挺好的。是啊，我们住在雷劈小区。雷劈，知道吧？你不是雷劈小区？忘了跟你说了，我们是怎么过去的？住在什么小区？啊，什么死法住什么小区？那边有无限多的小区。哦呦呦，有雷劈小区、心梗小区、脑梗小区、哎呀，啊，车祸小区，哎呀，蹦极断绳小区。哇。各种小区是蹦极还断绳了啊！这是好小区，还有不好的小区。不好小区有什么呀？啊，什么诈骗小区？哎呦，拐卖妇女小区。嚯、哦，拐卖儿童小区。哎呀，啊，就这帮人在那边住的特别不好。是吗？他们的小区没有水，没有电。哎呀，啊，也没有物业，没有人给他们烧纸。哎呀，他们在那边过得死不如死。就告诉你在这边得当好人，所以说你在这边尽量要做好人。是是。那么还有一点，就是你来年啊，就是你尽量不要去蹦极，好不好？因为你暗示我干嘛？对，你将来可能要去蹦极断绳小区，你最好来我们这个雷劈小区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雷劈小区有一个优点。什么优点？特别亮。哦，老打着雷，特别亮，亮一回来一个，亮一回来一个。那你要什么充电器啊？许我不要，哎，不允许你没有。行，好，哎，这太阳能的还有。哎，爸爸，您在那边过得怎么样？有没有什么娱乐活动啊？啊，平时消遣。有，嗯，我们还有那个视频网站。那还有视频网站呢？对。哦，对，我还得充那个会员。那边也一样。那当然，好几百亿呢。好几百亿充。不充会员就只能看广告。哇，那还有广告？哎，那边还有个什么好节目？什么节目？什么逗笑社，知道吗？邓小社、哦、侯宝林带着他的徒弟们做综艺。哦，侯大师，哎、哦、有爱徒啊、儿徒啊、宠徒啊，什么都有。里边还有一个演员啊、不参与这个投票啊，插科打诨。那个演员一般，现在已经不红了，你知道不？哦，那这倒两边都一样，倒是是不是啊？是，他被那些个特别红的演员，他被那个帅的演员盖过去了啊、哦、是，嗯，活该。大点声那个找心理安慰来，马上三哥就哄过你啊！不要听三哥、那个爸爸，你在那边你看我的生死簿了没有？啊，得查查我生死。哎呦，我的寿元啊，我还真看了。我那天我给你刘大爷我们扫了一个共享丧车，对、啊，带着刘，骑着我们就去了。好，去那个 YLD 大厦啊 ，YLD 大厦是什么大厦 ？Y 阎罗殿。起这个名字有意义吗？有意义，真行！一共十八层，哦，哎，坐电梯到了十八层，嗯，其中有一个生死簿办公室，哎呦呦，哎，投个币就能查了，还得花钱查，哎，嗯，我查到你了，查到你死于2021年春，哦，没几天了，然后你将来会去蹦极断绳小区，啊，那就是春游死的，我就是啊，春游的时候尽量不要去蹦极，您放心，我都不出门了，这是尽量来我们小区。我非得雷劈死呀！我好不好？真行，答应爸爸，答应爸爸。哎，不，这你别瞅我了。那、答应啊，是答应啊。哟，爸爸还有个问题啊。那个岳云鹏的生死簿您看了吗？对，我的搭档。岳云鹏的生死簿我也看了。怎么样？他死于什么时候？2098年。
嚯、哦，他得活100多去。对，当艺术家了。哎，他是怎么死的呢？嗯、我也查了，岳云鹏最后是爽死的。嗯、挺好，挺好。哟，爸爸、哦，那个投胎是怎么样一个流程呢？怎么投胎呀、啊？我赶快。哟，投胎很简单、嗯、啊！你首先你到了那边之后呢，那个你先去喝一碗孟婆汤。哦，忘去前尘往事。哎，你可以喝，也可以不喝。我跟你刘大爷就没有喝。哦，你们俩不喝。喝一碗孟婆汤，嗯，然后走奈何桥，回到自己的小区就可以了。哦，就完事了。哎，现在孟婆汤那边啊，特别的缺德。孟婆怎么了？孟婆的汤特别赚钱。啊，是啊。第二碗半价。你喝完，谁喝完第一碗，谁还记得喝过第一碗，对不对？我就拿这赚钱。那就拿这赚钱啊！哎呀，有的人24小时在那喝，哇，就一直在那喝。爱小便宜的、嗯、对，然后你回到自己的小区之后，过了没不用太长时间，嗯，你就可以去那个上那个投胎网啊。投胎网，哎，投胎网，你写清楚了下辈子想做什么，给谁当牛，给谁做马，找谁复仇，给谁报恩都可以。哦，对，是申请表，只要上面批准了，你就可以去投胎了。考学是一样，明白了吗？明白了。就这会儿，老刘哒哒哒哒哒哒哒，老刘干嘛？敲门。嗯，老刘，哎呦，刘大爷说了，嗯，他困了。啊、困了，我们得回去了。您等会儿，二位，二位，二位都到那边了，还熬不了夜呢？熬不了啊！你们俩不就应该这时候出来吗？熬不了，一会儿鸡叫了、哦，我们更难受了。啊，啊啊我们就回去了啊！回去吧，俩人回去了。嗯，就这会儿，你接一电话，我手机来电话。你媳妇那边生孩子了？哟，生了，生了！哎呦，赶紧开车奔医院。是，到那一瞧，手术中。哎呦，还没完事儿，护士就出来了。是，孙老师，恭喜您，贺喜您。怎么呢？给您生孩子了。生了。而且生一双胞胎，哎呦，这俩人特别的好，是吗？一生出来有一个优点，什么优点？会说话。说什么呀？答应爸爸。你的。这世界很酷。